下面请您欣赏找堂会，表演者郭麒麟、郭德纲。哎，谢谢各位，谢谢。在这里头呢，那个普通话有点太普通了啊！你嘞？哎，这是做嘛的？怎么这个味儿？这做嘛的？做嘛的？啊，他是问我干什么的？对，咱们就要开始正式的绘画了。开始了。哦，行。我在这里待了好久了、他也是我们那儿的人。不像话，不像话啊！你问我干嘛的，这句话就多余了，因为大伙儿都知道我们是说相声的。哦，我说也是嘛，说相声的，说书的老先生，说那个三列国呀、东西汉呀、水浒、聊斋、济公传呀、大武艺、小武艺、舞女七人、西游记呀。再等会儿吧，哪儿就一套一套的？我听过呀。你在外头卖盆儿去了是吗？啊，一套一套的啊，不是说书的，那做嘛？说相声，声，哎，相声，声，吹声的，是那个吹那个新货郎啊，宋公良啊。这个语言我得20年前听他们念叨过啊。我也老听他们说呢。这个曲牌啊，没错，但是这个艺术跟我们没有关系。不是吹声那个玩意儿，那是干什么的？说相声，那不还是相数吗？相声，相数，我非得把你教会了，我非得学会了。相声，相数，相声，相数，相相相。想想想，生生生，数数数，相声相数相识相，他也学会了。我这个可塑性很强啊，说相声啊，说相声第六，哎呀，改不了了，相声，对，相声，开个玩笑嘛，逗着玩呢，我能不知道吗？你们这个演出在这儿可太火了，我这门口我就看见了啊，乌泱泱来了好些个人呀，对呀，是不是？哎，我想问问啊，就像你们这行子的，什么叫行子呀？啊，就你们这个团伙，就好，你们要犯罪，我们是啊，你们是什么？就我们这个行业，对，你们这个行业。你平时还接点那个堂会嘛，对吧？嚯，你别看年轻，他还知道堂会啊。堂会，哎，演出分多少种？私人家里边定制的小型演出叫堂会，我们应啊。可以去是吧？去，那太好了。我们家里有一档子事儿，想上你们这儿找人演出。那可是好事，好吧？好，我看今天这个阵容就不错呀。前面都是那个有头有脸的啊，观众喜欢，全是大腕儿啊，是吧？头里有那个什么陶云生，哎，陶阳，杨九郎，对，是吧？都火，还有那个秦小贤，哎呦嚯，最红了，哎，孟鹤堂，对，太好了，我都看见了。我看那最后一个写那个郭麒麟，他在哪儿嘞？我也等他呢，好久没看见啊！你也没看着是吧？那是，反正就按今天这个节目单吧。怎么样？请你们到我们那儿演出去。哎呦，演出去，有魄力，这是。行不行？可以。跟你说行不行？管用不？就跟我说最管用了啊！你说了算是吧？他们做不了主。都得来啊！都去，都得来。郭麒麟来不来就算了啊！我尽量安排。你管得了他呀？哎呀，他不听话着呢。没事啊，他乐意来就来，不乐意来我也不逼他。太好了，反正就这些个演出吧。哎，都去了啊。光上说相声的不行。怎么呢？哎，还得有点干别的的。艺术形式单调了。对。您还打算要点什么呀？我看你们这儿有那个要饭的，敲那个竹杠啊。哎呀，行了行了，是吧？哎呀。可以，哎呀，好，还带耍龙灯，这是行了，可以了啊。都有啊？没有啊，敲竹杠的那是土匪，你说的是拿着那竹板
跟那儿打那个吗？对对对，好，那叫唱快板的。哎，唱快板的，对对对，这有不？有有有有啊！我们这好几个干这个的，都会哈、啊，会教几个，教你，再来几个牲口。哎呀，这个牲口，你再等会儿，什么的？哎，牲口啊，不是叫演员吗？要动物干嘛呀？不是，有那个一上来，你看着他是个人啊，但他一张嘴一听，哦，这是个猪。哎，这是个猴，哎，这是个驴，他都会啊。那叫口技，口技，有会的哈。也有，我看呢，有那个视频，你们前两天有人会这个？哎呀呀，我们这牲口也是有的是这个，不要真牲口啊。哎，你放心，学什么动物都可以。好，再来个口技啊。好，口技。最后再来几个唱大狗的，差不多了。唱什么的？大狗啊？没有，没有。您不是有那狗曲社吗？哎，什么话这讲啊啊？什么？你这个发音吐字有问题，就你这个嘴，好几条人命啊！我怎么说不明白？古曲啊，唱大鼓嘛，西河大鼓、梅花大鼓，这各种大鼓嘛、哎。大鼓、啊，对，再叫几个唱大鼓的。好，大概就差不多了。哦，这就够了。这就够了。啊啊，好，就这些人上我们那儿去吧。哦，就这一大堆人啊！哎，都得去啊。嚯、哦，好家伙，这个连演员在伴奏、哎，人可不少，是吧？要多少钱？哟。你看我还没正经跟人谈过这，都他们，那你这事闹的，你随便说吧啊，我这都不好意思说，我们给的太少了，你随便说吧。不是多少搁一边，这好家伙，秦霄贤、孟鹤堂，这都、啊、孟鹤堂他妈说要100万，光给孟鹤堂100万啊。要说100万也说得过去啊，这么些人了，当然了，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是是。那我说了，我说比如说100万，然后您得算您的预算呢，说这给不了，我们少给点，咱们再聊。反正您给我一个确定的报价吧。这个玩意儿，嗨，艺术这个东西多了少的，就你就按100万来说，人家100万演员家属这么提的要求，嗯。您要这么说，嗯，我不跟您抬杠了啊，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来到德云社 啊，找你们上我们那儿演出，我觉得你们是为了艺术啊，是是，愿意付出生命啊。那生命不能付出啊，是吧？不是，这钱可以谈，命不行啊啊！你们怎么？哎呀，这太臭了，闻的这太臭了，这么些人到那儿去，再少点，要100万，我们可以再少。这是摇放啊！是不？你别着急，我们都准备好1000万了。你要少了？是呀。这玩意儿谁猜得着啊？这个啊，我这不好意思张嘴，太少了，才1000万，我怎么？不是不是，你别玩笑 啊！你准备的是多少钱？1000万啊！周九良他妈说日元。这他们家长怎么都不坐在一块儿啊？怎么？他们怕我坐他们的钱啊？要人民币，人民币1000万，1000万。行吧，你闹着玩呢，你准是闹着玩，绝不是闹着玩呢啊！我们那个老板还说了啊，说知道您还喜欢那个唱京剧啊，我喜欢。哎，您要是愿意去啊，可以把这1000万全换成蟒，知道吧？你们老板在哪儿了？你请他来，我给他磕一个啊！别。行不行？不是，这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你说这后台发工资，一人给件蟒也不像话，是不是？都套上穿好了。不，还是得给钱。给钱。我那份我自个儿买去，那是我的。行，好不好？没问题。嗯嗯，那就说好1000万。这不是我说，是不你说的？哎、对了，给1000万、啊。我们老板，我出门之前跟我说的、哦，说他们乐意来就给1000万。哎，说要是郭老师愿意来，可以让他再唱2场京剧，每场京剧再给500万。你看这人是有爱好的啊，就说我要再唱京剧的话，每场我再给他500万，是吧？给他500万干什么呀？不，人不能白让我唱啊！人再给您500万啊！嘿，我的天哪啊！行，好啊，好啊，好，这行。这场演出2000万，是吧？这啊，好好。你看你这谁，人家非给2000万，咱们是本着艺术，咱们不是为了挣钱啊。那是。那是肯定的，行，肯定的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因为艺术确实就是这，是高于生命、啊。哎，大家开心就好，钱不钱的不重要。但你说本家说了给这么多钱，咱要不要显得不拿人当人似的？那确实，行，好，那就说好了，说好了，就这2000万，2000万，好吧，好，行，到时候你就上我们那儿去。我们是，我们是好事啊。
啊，不对，您等会儿、因为像这种内部的堂会啊，它跟普通的演出是有区别的。啊、对，演之前我们得问清楚了，到底是什么一个什么庆祝活动啊，什么事儿我们好安排？什么主题的？什么节目得安排？好事，嗯，婚事。哦，那知道了，结婚，婚事。老人过生日，哎，那叫做寿和红事嘛？怎么个红事啊？着火了，走！着火你不救火去？你还跟着你听相声呢？不是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就好像是那个火苗子似的，红红火火，特别让人高兴。是个形容词，哎，太红火了。那我明白了、那到底是哪个类型的事情呢？家里啊，新有个小孩子，给小孩子办满月，应该。应该不应该？应该。像这个事儿，花5000万都值。那呵，嗯，5000万也行，5000万也行。您要愿意说两句好话，我们老板一高兴，没准又赏3000万。哎呦，这那就定下来了啊，定下来了哈、啊。好，没问题、啊。好事。那咱说好了，到时候上我那儿去。哦，哎呀，生了个孩子，生孩子啊。哎呀，你看我这到这儿、看演出，我也没准备，我也没带个水碗，我谁哦？有点渴了哦，渴了啊！这门口有个卖水的没有啊？不是，谁麻烦帮着叫一下？哎，卖水的，给我来50000块钱水。还行了，好家伙，我有点渴。那行了，好，50000块钱水，海河都干了啊！你等会儿吧。那个，郝老师，您把水端了。对，我还确实是又渴了啊！快来，有点，快来，哪有？我找一相声世家的给您送水啊！哇。一般身份不够啊，来，我不喝酒、来客人了。OK， 给我，这合适吗？这喝吧。我听说那你喝水都是烧饼给你拿的、哎，那都自媒体编的，没烧饼我得渴死喝着啊。这果粉羊都这么大了啊！没想到，看在钱的份上，他会答应的。好，我就你喝你喝你喝水，这个是人家里添了个孩子啊，添了茶水。啊，对，是茶水，还挺像的。我看，还得看。呦，还怪不错的，就喝的细致啊。那行了，那我们就准备好了，给这个孩子呀去演这场堂会啊。这孩子这个今年，多大了？什么时候生的呢？这个那不着急，不忙。你别不忙啊！我得安排这些人，你不安排他们，明儿都走了，这儿去那儿去的，是不是哪天呢？啊，没事，他们有事让他们先忙他们的。那哪行？我们都签完合同就得应您这事儿。哎，这到底哪天？你不用着急呀、我怎么不着急啊？你知道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没？你给我，你拿过来，别喝了啊！孩子还没养活呢。啊，你上海河边喝去吧啊！我们这茶水知道吗？啊，我知道。你看你这人又着急、孩子没养活，要什么堂会呀、不是，那你说那孩子养活了，那不很快就要办堂会了吗？啊，养活了就很快。对，办满月这事儿多快啊！满月那不眼巴前的事儿了吗？对呀、你比如说这孩子老生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这不就该办满月了吗？你我得批评你，你年轻，那叫满月吗？那叫什么呀？那不喜三吗？啊，喜三呀、喜三啊，就是办喜三呀。哦，还办喜三，我还以为这是两档子事儿。孩子办喜三找你们，再办满月呢还得找你们呀。你瞧这一个亿挣的，搁点嘴了。哦，喜三找我们，满月也找我们。你看，哎呀，这个合适，这合适啊。那行，那我们就愿意了啊。愿意去啊？那也得要日子呀，对不对啊？你看这个知道日子之后好安排啊。是，那你天亮你也别着急，怎么对吧？你想呢？比如说那孩子今天捞上了。你们就后天去，他要是明天捞上呢，那就是大后天去。对啊，哎，他要是后天捞上呢，哎，他就大后天去啊。他要是大后天捞上，行，拼不拼呐？行了啊，那你说明天后天也无外乎就这两三天的事儿啊。你们就盼着吧。哎，我们就盼着孩子捞生了，盼着那孩子他妈妈结婚。你给我哪儿的事儿去？好家伙，六还真大啊！都快喝没了都，这没有结实啊！行，说了规矩，这孩子他妈还没结婚呢，是没结婚啊？那这事儿这不就胡说八道了吗？这没结婚他也快了呀。那再者说了，您怎么想啊？啊，是那个孩子办满月的事情大，还是那孩子他妈妈结婚事情大呀？那结婚事儿大，对不对呀？结婚事儿，那不得给两份的钱呀、
你别光站那儿说，你喝口水。对不对？哦，哎，孩子他妈结婚，结婚找我们，然后生孩子找我们喜三，买的买的。那行，对，那是盼着他，盼着得快了吧？这也、啊、孩子他妈妈也老大不小了、啊，就是盼着他结婚就行了啊，都四岁了。哎，让我，不像话，那不像话，不像话。我这么正直的人，我都听不下去了，啊，跟钱没有关系，行吗？你哪怕来说有个慰问，我们也很愿意去，知道吗？我们去捐一点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态度你不应该，知道吗？什么叫我不应该？啊、我没说完呢。啊？你看你抢的那么快，那儿子怎么贼呢？啊，废话，我说的是零四岁。对呀，零四。零四岁。哦，嗨。这零四十四啊，那还得等个六七。干嘛十四？零四岁，二十四了。好家伙，那够晚的。零四岁，三十四。好家伙，不明白零四岁怎么跟零四岁？姑娘小名叫零，嗯，四岁。给我，你不要再摸我的茶壶了啊！这是很宝贵的，你知道吗？啊，差不多也解了渴了啊。哎呀，您看您这个人，你们说相声的四岁啊，不都好逗哏儿吗？逗哏不要在钱的问题上跟说相声的逗哏，我们是很脆弱的。嗯，我看您还怪容易认真嘞。嗯，是真有演出。真的假的呀？刚才那些个全是玩笑。哦，一直是逗着玩的。哎，一直都逗着玩的。哦，你们是什么演出啊？我们呀是公司开张。哦，你这么说，哎，靠谱了啊。正经有事儿嘞。什么公司啊？做什么买卖？在哪儿啊？哎呦，这个买卖可太大了啊！中华。全球豆腐大公司，你听听，震慑住了，全震慑住了。啊，中华全球豆腐大公司，豆腐大公司，你带炸果子不带？是卖早点是怎么的、啊？豆腐你能干到全球去吗？你全球好，你好多人都爱喝老豆腐呢，可不都比是给他们供给来的？不是在哪儿？你们这公司？哎呦，我们这个地段挑的太好了。哦，什么地方？作为天津那个最繁华的地方。什么？叫。滨江道你知道不？这滨江道太知道了、哎、啊！旁边，滨江道旁边，哎，旁边那和平路嘛，和平路啊，对过、这个、和平路是买卖也不小啊，啊，不小了，在那对过、嗯，在那对过是海河呀、啊，对、啊，在海河的河对过，吓我一跳，我以为上河里边演去呢，我们啊，叫义士风情区，哦，在义士风情区借饼，我一猜就不对啊，还有没有这地儿啊？有这地儿啊？什么地方？这就快了啊！义丰区那儿？哎，义丰还有个简称义丰区啊！哎，在那个义丰区里头有一个天津德云社，你去过没有啊？我去过，哎、我可没去过、啊。在那个地方，那旁边有一个小胡同，你拐进去就是我们那个总部。总部，我老打那儿过，我怎么没注意有这么一大公司啊？哎，这还没开张呢。还没开张、哎、这都明儿不等你们演完出才开张了吗？哦，我们现在都是那个 underground 的了，都是在那里，在地下室里边啊，好、哦、就在地印子里边啊，在那备料呢，在那备料了。哎、啊、行吧，那说好了 啊说好了，说还是这个阵容啊，还这个阵容啊，还阵容啊，到我们那儿我们开张，我们大模大样的办一回啊，太好了啊、哎、你们演个一百天，哎，演多少？演一百天啊？那刚才说这个2000万不够了啊。是，那重新咱再谈。对，咱再谈。首先说是豆腐大公司开张，大开张，又是全国的连锁企业。对，还叫全球是吧？全球的啊。刚才这些演员您都要是不是？全都要。那这样吧，我要给你打个折，因为这一百天我们推掉好些个节目啊、综艺啊、演出都去不了，所以这帮人这一百天跟你这混的话，你啊，你这样你别多给，你给一个亿就行。主持。他高兴了，一个亿。一个亿，对了，行，哎，那你们去吧，我们去，我们就搬出来。呀，好，我们接收去了是吗？废话，这么就这几个人到那儿去演一百天叫一个亿？不，你讲理不讲理？一百天跟那儿呢啊？不，再怎么着一百天也不值一个亿、啊。我们别的活都推了呀。你有必要推别的活？才一百天，你推什么活啊？好家伙，三个来月什么都不干，就跟你这儿。你论月做嘛？一百天吗？这怎么个一百天呢？没有晚上，一个白天。好。我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就你这个舌头得弄死多少人呢？
一个白天，我就习惯这么说话。你习惯，我们受得了吗？啊，一个白天，哎，一个白天啊，一个白天，那行，那就按你说那个，两千万是个可以。哦，我两千万，可以两千。那开玩笑的？怎么又开玩笑？我们这小买卖，刚才说的挺好，一百万吧。啊，行，行吧。一百万也行，一百万也行啊！其实八千我们就干，我告诉你，我给多了，可以可以，我也不，我们这演员的不用你接，不用你送啊，行行哦，对不对啊？那太好了，你这省你的车钱吧？那对了，我们这些个著名演员都是有月票的，对不对？他们坐地铁去、啊，哎，我们这个老演员都是有老年卡的，这就不用，行，不用，这就给你省了不少钱，那太好了，对吧？那太好了，而且他们演完了人啊就回家了。啊，不用开酒店，不用开酒店，对不对？招待所这都不用了啊。对，但是你得管饭呢、啊。那没问题啊，绝对管饭吃。那等会儿啊，你再说一遍，管饭啊，让我们吃什么？饭饭，我们吃什么？吃饭啊。你吃什么？汉堡。呀、yeah ，这孩子太缺德了啊。我这管饭吃吗？对，管饭，管饭还不能太次了。那可不能说相声，这都没出息着呢，嘴都吊着呢。哎呀，他们说相声活着就是为了饭活着。那可不啊，所以说吃什么，我其实是无所谓啊，因为这事儿是我谈的、嗯，我不能让他们咬吃我。有什么好的菜，你得安排的妥当一些。那我说几个。好，我知道你们说相声都吃过见过。那是那是。是吧？啊啊，吃那个什么蒸羊羔呀、蒸熊掌、蒸鹿仁啊。哎，那没吃过，没吃过，他们就是背过啊。啊，是吧？他们没有吃过。啊、哦，对对、嗯，我上回忘了就在这儿。哎，好的啊。啊，对，就这个好、嗯。好，我们这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可是别人吃过那个八大碗，嗯，吃过那个九大件，他没吃过我们这十大件。好家伙，什么叫十大件呢？四个盘，嗯，五个碗，一个大墙盘。您给我们详细说说。我挨个说说。这头一个，头四个盘，头一个盘啊。头一盘，小葱拌豆腐。哎呀，这是深菜呀、啊！啊，这豆腐切好了，上面点这么一点小磨香油，提鼻子一闻，那香扑扑，香扑扑。一清二白呀、啊，太幸福了！这你可以了，好一个小葱拌豆，我说的比结婚还高兴呢。哎呀，啊，咱叫一小葱拌豆呗。头一个嘛，那行行。二一个好，二一个是什么？哎，二一个那是舅舅的凉菜、啊。哦，哎，咬一个搁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的，拌海蜇，萝卜皮拌豆腐。对，哦，对呀。行行，凉菜倒说得过去，嗯、对吧？嗯，第三个也好啊。什么？辣椒糊拌豆腐。哎呀，还好，改了红色的了、嗯。第四个是韭菜花拌豆腐。啊，那行了，好，哈哈这四个是压桌子菜。压桌对，乐意吃就吃，不乐意吃扒拉开。对我们等后头的呀。这菜我们都是为了敬那豆腐神的。哦，敬神的，哎、敬神吃的。啊、好嘞，你吃它做嘛呢？您这就说的对呀、啊，对吧？嗯、你吃那碗大菜。好，您说这头一碗。头一碗大菜。白菜熬豆腐，其实你不必那么咬牙的说，嗯，点点那个小磨香油，香扑扑，香扑扑的。孩子，你在外边有点缺嘴了，真的。哼，你要是有时间，回家吃点肉去吧啊。这个好吃呀、啊！是是好吃，好家伙。大白菜熬豆腐啊，大白菜熬豆腐，哎，显得那么干净，嗯。听我说，第二个，这个。小菠菜炖豆腐，嗯，哎，绿油油的啊，嗯、香扑扑，香扑扑，倒霉就倒霉这香扑扑上了啊！哎，好吃。三一个，三一个太好了啊啊！端上来一看，黄澄澄的一层油亮啊，哦、黄焖栗子鸡，油炸素豆腐，哎，好，过了过油啊。有没有？第四个，四个好嘞。什么？有红的，有白的，拿筷子夹不起来，你得拿勺筷着吃。哦，猪血烩豆腐。哎，你怎么知道？废话啊，吃完我们腿都软了啊。不是你吃了第五个、啊、第五个是什么呀第五个我们还没出门呢现在喊这么一嗓子、哦、说闲人闪开了、嗯、得跟那个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啊、趴海参下酱骨的豆腐、哎呀哎呀哎呀活不了好好、啊、好什么 好, 好这个玩意儿没法吃吃完都站不起来了没关系嗯你爱吃吃不爱吃你扒拉开呀、啊、都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去你们吃那个大墙盘啊还有大墙盘呢要解馋咱得吃大墙盘这可是个老话了哎呦这菜可不好找啊哦就为了给你们做夜里头
三四点钟天还没亮呢，我们就得出去到市场挑去，有那个四五斤一块的，七八斤一块的、啊、全挑那大块的、哦、买回来到家里头拿水洗干净了，紧接着旁边得烧水了，嗯，点上锔末拉开了风箱，你见过拉风箱吗？我见过呀、啊、哎，那拉风箱你蹬起来的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哎哎哎哎呼哒哒，跳舞去多好啊、嗯、那看那锅里头那个水咕嘟嘟咕嘟嘟，哎呀哎呀咕嘟嘟，哎呀笑噗噗了啊，哎水就开了、嗯、把这个东西放在里头，带等个七八个坎，拿钩子给挑出来，放在案板上头晾凉了。哦，你再把那个切肉的刀子拿过来，怎么样？你是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拿过盘子来，碎的麻的底下，整的放在上头，麻、啊、了一个那叫五花三层啊。哦，再放上佐料可杠了得了。什么？有那个韭菜花、香菜末、葱、芹菜，啥都往上放，弄点辣椒糊，你趴了这吃去吧。白煮肉、豆腐渣哎！我去你这不？哎呀，好搞笑的一个节目啊、哎、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怎么还没完呢、哦、可以了啊。嗯，刚才这是一个学说方言的作品。对、哎、传统节目、哎、粤语。嗯，这个粤语什么不好？什么语？粤语。这叫粤语啊？不是粤语啊，这是过去讲深武饶安一带的方言。对啊，当然这个相声里的方言。对对对对、嗯、非常传统的一个节目、嗯、要说呢，最开始这场演出啊，他就没有这场演出，对吧？我是为了骗我儿子回来呀，搞了四场演出啊。对，这个我爸说要跟我一块演一个。嗯，其实我跟我爸在一块儿特别的难演。嗯，因为说您说平时旁边放一阎鹤祥，放一谁都行，我都能啊、嗯、糟践死他们。这话说的有点狠啊。是是是，可以拿他们开玩笑啊。对、嗯，哎，一起耍一耍，闹一闹都可以。人设在这儿了嘛。对，嗯、但是你说夸旁边放一个老父亲。嗯。这一下让我这个词儿叫放在这儿啊，不是把您摆搁，就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在这儿，对，就你说把您请上来，这一下我觉得这都不好演哦，啊，都不好演。他们前几天那个节目我也看，也都不错，你都看了、啊，也都不错，也都不错啊，都、嗯、跟他们都那吸取经验来着。嗯，尤其呢，一看今天这演出，我头开始我还问演出部来着，嗯、我说今天诚心的，头里都请这么多。啊，名角儿，在前面演出、哦、是吧？你说孟鹤堂也好，秦霄贤也好，那都是大明星，啊，给人家跟我搁一场，我也太长时间没演了。我后来一算，上回演出还是21年的时候，那可不呗，嗯，太久没见观众了、嗯、啊！谢谢谢谢谢谢，今儿演完以后就不想了吧，对吧？啊，所以这个要回来演出特别的紧张，嗯，也不用。啊，关键阎鹤祥也老不在家啊。对对，嗯，他没事，他骑摩托他就出去玩去了，啊、又出去历险去了，咱也不知道上哪儿、嗯、啊。所以说这么一来，说让我跟郭老师一块演一个，演的不好，反正大伙儿多包涵吧，只当在年里头给大伙儿拜一年得了啊。哎，谢谢大伙儿吧，谢谢谢谢，各位是真捧啊，真捧，是是是，容让。哦呦呦啊！2017年的时候，我回天津演出办专场，也在这个剧场，也在大礼堂，也在大礼堂、嗯、演了这么三四个节目啊、哦，演三四，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嗯？后来有时候都不敢回天津演，嗯，为什么呢？因为天津观众懂相声啊，嗯，懂相声，爱相声是吧？但是我也有一个这个，我也不怕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天津孩子啊，所以说无论再怎么着，大伙儿肯定都捧着听啊，那是是是那是啊，那既然这样吧，我觉得爸爸，嗯，光咱们爷儿。我看透你了啊、哎！又到了我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这个我和我父亲都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是喜欢给大伙介绍演员。哎，对对对，介绍演员，快上来吧！就他们都准备了这个一箩筐的才艺，要迫不及待展示给大家。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啊！来吧，我们请今天参加演出的演员都上来啊！都上，都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聊一聊。来、嗯，您，这就熬出来了。哎，这个。这场演出呢其实挺有意思，为什么呢？这个我这几天都在台上介绍演出的原因，今儿我也得说说，因为有您前三天没来了，您不知道这个演出呢是在去年11月时候安排下来，是个系列活动，就是春节后麒麟剧社啊，我们在这儿先唱3天京剧，然后呢是德云古曲社的一个系列活动，
德云古曲社呢，从2年前将近3年吧，从招生培养啊，到现在头一科的学生已经正式要上台了啊，所以说呢，京剧完之后是一个系列的古曲演出，最后有几天相声蹲底，我们是一个系列活动，所以这个演出是在去年10月底左右定下来的啊。但是呢，没想到春节后京剧演完了呢，这个古曲的那个老演员呢，那老太太们、老头们都70-80了。扬完之后喘不上气儿来，老太太说是快到日子吗？我说快到了。我您这旗袍都准备好了吗？穿旗袍就喘，就是冻的啊。说这个这还得缓缓，要不一大段站着20分钟唱不下来。咱想也是，我说那就再缓缓吧。我就把这个系列演出里的古曲我摘出来了，放在了5月份。因为5月1号到7号呢，是天津德云社成立2周年，有一个系列的庆典活动。啊，今儿说完了，各位您想着留时间来看来啊，1号到7号把时间都留出来，你们啊，听见了没啊？嗯，他们留着。然后从8号开始，古曲那演出就搁到8号了，8、9、10、11，就这么演下去了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这几天呢，您也看出来了，那个一个是大林啊，一个什么张小辫，这些人啊，这些孩子陆续都来，除了于老师不在。那我看这两天网上好多那个写文章的朋友们哈、啊，说于老师单飞了啊。你们给我一个电话，我要举报他啊。去年于老师拍完了我们那个电影《粉墨江湖》之后啊，哎，他又签了2个电影，签完之后，但现在没拍完，所以这回演出呢轮不着他了啊。跟我商量半天。说你看我实在是赶不回来了，我们这组里边女演员有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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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谁，我说那你保重吧，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跟我打电话上了啊，你快去玩耍吧啊。都有谁，要不我去看。但是于老师说无论如何啊，5一的时候，因为到不了5一，因为4月底我们大型的演出就陆续开了，你包括北京每年那个像北展那种园子的演出4月20来号就有，包括3年前天津那个初三初四的那个省亲，今年4月底也要演了啊。对，所以说这个呢，我不知您谁手里还有票啊，啊有票，哎，反正都是4月20来号的事儿。那会儿于老师就回来参加演出了啊，包括天津德云社这1号到7号之间，我说你别着急，你先给人拍戏，你不拍早晚的事儿，尽量拍，哪怕你来个1天来个2天啊也好，咱们一块儿就玩一玩。大概这是于老师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请大家呢也不要再传于老师什么跟女演员怎样怎样了，这个人没这么传啊，没这么传，我们不听谣不传谣不信谣啊啊。这个今天来这儿呢，这场演出其实演员还挺硬核的啊，有您熟的有您不太熟的，我介绍一下啊啊，打那儿开始啊，头一位啊，我们的京剧神童，也是我的义子干儿，是我的徒弟陶阳陶云胜。旁边的我徒弟啊，关鹤柏，我们的老艺术家啊，刘鹤春，我老觉得比我大，你知道吗？好，这大家都熟悉了啊，往前站啊，秦霄贤，来何九华，周九良。孟鹤堂，这是孙悦老师的徒弟啊，孙子昭，以后叫儿子昭，还大一辈啊。来，这是岳云鹏的徒弟，我的徒孙尚小菊。哎呀，这个人，哎呀啊啊！你为什么没有在第一天和张云雷一起出现在舞台上？不是，我们那组里女演员也多。因为我们这个单位人也多，平时没事他们都撒出去拍戏的做节目的，所以说演出部说您看这怎么办，调不到一块儿，张云雷杨九郎搁不了一天，我说搁不了一天搁不了一天呗，我说我跟张云雷演一个，演出部的说这个会让人说闲话，我说你糊涂，咱还差这几句吗，是不是啊。他们一定会说这张云雷跟杨九郎俩人咧了，我这说2天就过去，又有新的话题了啊，不重要啊。哎，我徒弟杨九郎。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
这是我大儿子郭麒麟。他昨天半夜回的家，我演完回家一进门，我看这墙角立一个箱子，然后说这个箱子回来的人还没有到。我说人干嘛去了？说喝酒去了啊。半夜三点才回来哈、啊。学那个找堂会去了。少来这套啊。啊，你看这今儿我出来早，我出来时他还没起来呢啊。今儿这进后台我还问我说你看见老二吗？说是，老二看见他都愣了，半夜回来人了这是啊。是是。来吧，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是大伙儿最开心的了啊。每个人的粉丝都有，您各位有什么口味啊，有什么想法您尽管说出来，喜欢看谁再给您表演一个小节目好不好？啊，说我先来一个，我师傅是师傅，您得判谁先来？人家说官和百，回去，不是得谁先来呀、啊？来，那个咱们这样，这个、几个人您最喜欢，我也知道，别着急，咱们一个个来啊。那个孙子昭，来，就是你，他是那个孙悦老师的徒弟。哎，啊，你为什么当初拜了他呢？嗨，其实你要拜尚小菊，最起码正根正派。对，会说相声啊！给大伙儿演个什么吗？我给大伙儿来段 B-box 吧，来。都是孙悦教你的啊！来吧 ，box 来 ，box。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有我，我拥有你。谢谢。这话筒得换啊，不能用了，用不得啊。阿桃，来人。这是麒麟剧社的主演啊，这个相声、京剧两门报都很好啊。你这个意思是你们俩要演一个吗？我们俩就一个。哦，挡量啊，一块儿挡了就完了。好，来吧，我挡完了，我挡完了。碰嘞矿一锤嘞矿，悔不该辕门来发笑，悔不该玉泽把香烧，关公犯罪刘备报，豪杰犯罪怎能够饶，小小回应速去报，就说老爷放了骨胶，七星剑把头罩，一腔热血染征袍，好汉英雄辜负了，汗马功劳一旦抛，江东桥前恩重义好，留下了美名在万古飘。这俩跟老艺人似的。关鹤白，快来，万没想到吧。哎，鹤白来了多少年了？来了十多年了。他得来大十多年。你是头鹤吗？我二鹤。二鹤的是吧？好家伙，你今年多大了？我43。你都43了啊？他来的时候我还没来德云社呢。他就来了43年了啊。打地来了我这。来吧，给大伙演个什么？我什么我不会是吧？好，一个太棒了、他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坦诚。你跟贺春几年了一块儿？我们6年了，都在一块儿6年了、啊。好嘞，贺春老，快来。我以为是个访谈节目呢，我以为。来，贺春，他要不演，你得演一个了。行，你回去吧呢。来，还真客气啊。你回去看家去吧啊。嗯，要弄孩子。嗯，刚才在后台，小孟说唱段评戏。可以。啊，来吧。那个这段叫《败子回头》。哦，压痕迹。哎，这是当初我师父亲自传授给我们俩的。嗯，唱的好就是我师父亲自传授的。唱的不好呢？我自己学的。来吧，小妹儿在吗？在啊，都有你啊。行，咱们给大伙儿唱一段啊，《败子回头》啊。好，我只说话灵，待我心肠好，随我从良，好手同脚，因此上我吧。牙打掉，为妓女把父母的遗体
弹炮。王公子，您这是胭脂粉好比那迷人的药，蜜糖最好比两把杀人的刀，芙蓉面就是这个狗死的鬼儿啊，小金莲好比这个恶毒枭，杨柳腰如同是斑马的锁，风流眼勾我走上独木桥，烟花院好比这个森罗殿，红绫被就是这个玉监牢，一双玉腕千人枕，半点朱唇万可交，管他张王和李昭，鸳鸯枕上换娇娇，回不听家宴的苦熏娇，任意而胡为我烂赌飘，直说你花容月貌人君俏绝缘来貌美心毒虚情假意怒为藏刀。哎呀，人都唱出马赛克来了。尚小菊过来。尚小菊这个是岳云鹏亲传弟子啊，学岳云鹏特别的像，你给大伙演个什么吧。五环，那我爷我唱一个吧。唱吧，是吧，我唱一传统的五环。七月上，我欲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欲就这样吧。你还别说，这个没羞没臊的劲儿随岳云鹏啊。杨九郎快来快来快来，还到你了。太开心了。就是没有户啊。嘛玩意儿啊，这就叫演完了呀。谁？秦孝贤啊，来老秦。好像很开心啊。对，很开心。你就问我们，其实我们准备了一个好的特别好的节目，真的是。真的呀，真的真的。都谁呀、啊？我孟哥，然后又有孟鹤堂。对对对，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节目是在那么激动要上来呢？对对对、啊，因为这个我们每年呢都会有一个年会。哎，这个节目呢本来呢我们是要在年会给师傅演的一个小节目，就是庆生用的。没想到呢这个生日那天我们师傅没有办啊，就在家了。然后那个年会也没有办，然后呢封箱也没封上，然后开箱也没开了。就说过生日就别说这话了啊、哦！那在这儿呢，我们就迟来的祝福，祝师傅生日快乐！咚咚咚咚藏，咚咚咚咚藏，咚咚咚咚藏藏，咚咚咚咚藏。今天剧场很多人藏，明天网上起讨论藏，哪儿的相声最好听藏，天津。咚咚咚藏，咚咚咚藏，咚咚咚咚藏藏，咚咚咚咚藏。大林相声能力强，藏。综艺影视也疯狂，藏。德云以后交给谁？藏。分扬。咚咚咚咚藏，咚咚咚藏，咚咚咚咚藏藏，咚咚咚藏，咚咚咚咚藏藏，咚咚咚咚藏，咚咚咚咚藏藏，咚咚咚咚藏。酒华酒凉，严鹤祥藏，他们搭档外边忙藏，演出谁还没搭档藏，德刚咚咚咚咚藏，咚咚咚咚藏，咚咚咚咚藏回来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很难得啊，这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形式，这叫三句拜，这种形式在我童年的时候就臭了街了，就啊，行了，可以了啊。老秦，你还要演一别的吗？来，过来，我知道他们不会饶了你，一个咚了咚墙不行啊。我就唱两句吧，你那个。我觉得我们那咚咚咚咚藏挺好的啊。好啊，来吧。这叫唱点什么呢？就是。啊，哎，好，哎，唱个张小白，张小白，唱一个，来吧，唱一个。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娇艳，暮色丛。谢谢。大华，来吧，啊，过来。咚咚咚咚藏，咚咚咚咚藏。
底下有一个小姑娘说：“何九华，我爱你啊！”哎，嗯，嗯，啊，对，哦，谢谢，真客气啊！认亲来了，你这啊？孟鹤堂，孟鹤堂，师傅，我再演演发了，不能，你演这俩都不叫玩意儿啊！你看你的粉丝们还在呼唤你，还要唱一个唱。啊，武家坡呀，嗯，哎呀，来了，这劲儿啊，他又催我快点儿，我调调调门啊，一一一一一，啊，到一一一一一西，啊，行了行了，啊，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是唱不唱到底啊？武家坡哈，啊，随便。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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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嗯哼，早了饭你的父，逼我披挂到阵前，扯散鸳鸯天国一边，黄沙滚烽烟漫，到后来我翻榜佳作在阴暗，那一日宾鸿大宴仙落山，才知道三姐受熬煎。啊啊啊！我的妻往事抱船，可怜你守在寒窑，可怜你孤孤单单，苦等我血难平归整整一十八年啊！咚咚咚咚藏藏咚咚咚藏。这个三句半这个节目还是很精看的，你知道吗？啊！谢谢，行了，咱俩闭嘴吧，可以了。我得过王了，要了亲命了。谁？我都听不清楚谁。哦，嗨嗨嗨，关浩白。从头说一番，周九良啊，我听有人叫你了，来来来来来，快来，你看有喊周九良，龙驹凤年，好吧，哎，龙驹凤年，金黄尘呐，唱的真敢唱，听了也真敢听啊！行，郭麒麟，您还要表演个节目吗？啊？什么？照花台？好，照花台啊！行，照一下。您帮、啊，你还需要阿桃帮忙吗？您帮忙呗、啊。行，来走。好吧。一呀嘛更儿里呀，月了影儿照花台。秋香姐定下了计，她说晚把婶儿来哟，牡丹内庭前我们多恩爱，但愿得鸾凤早早配火仙。我这夯头子现在怎么样？好多了啊，哎、行啊，还得拍电影去。哎，得嘞。坐等也不来，有了等也不来，堂姐愿望苍天是止不住的好伤怀，美人美秋香还勾了魂的女君差。哎哎哎哎，谢谢吧啊，哎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刚才、哦、这是今天带来见家长的吗？不是，这刚才不是孟鹤堂的母亲坐这儿吗？一个人。嗯，哎，行了，唱不隆咚。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啊，行吧，谢谢吧。啊，还有侯爷，好家伙，侯爷有您的仇人。侯老师，
不知道呢，这坐那儿喊您呢啊？不是，这是中国相声史上很少见的一幕，喊我。对，喊我就演出结束了，别喊我呀！等会儿还差一点，歇会儿。就所以啊，是希望侯老师演一什么呀？叫小帆呐，你这个仇人可不少啊！叫小帆，您叫的啊？我给您叫叫。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本宫起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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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小帆。耶！好耶！还得说是相声世家的人啊，挺好。好，这个孟鹤堂，还有啊，我今天孟鹤堂，是不是你家人包场了？还有何九华，我的妻，走吧，你转过身了。杨九郎啊，陶阳啊，陶阳，好。陶阳，来，这回你站那边，我站这边场。来，你还有什么？来吧，有人喊你了，差不多了。未央宫，好家伙！未央宫，行，来，没事，来，那着底，着底啊，着底。哇，怎么唱来着？您张嘴。坐问一声响过挺断的，楚平王无道心不移，白钢枪负那子的妻。金钉交还魂，银钉那交满朝文武，谁敢那提？伍子胥他的父上殿把本那起，怒恼了奸党费无忌，在深宫设下一条几个里边龙。我就会这个。可怜他一家大小三百余口，一刀一锅血染衣，子胥立了凡尘地，死亲贪国也就破了虚，几根灯吃力了龙潭虎穴，偶遇那浣纱女，月的里边灯春宵无事还朝我一头，我一见他与那专诸拜兄弟与长剑，刺杀忘了谋舍计，活动犯了色计，二次报险那要理，要理为国断了臂，抛父母舍钱的计，在那城头上断剑挥挥血气气，下一输第一，在那万国为名题，三次报险孙武子脚长烟尘战美姬，吴国兴吴国衰，对无道的魂王身一死，无子胥边岁平王师，到后来吴越当兵起，越王勾践为奴隶，坚持了美叫西施还有文中于凡的力，西施献媚做女婿，那吴王夫差被色迷，听信太宰则剥皮，吴王他杀了伍子胥，说什么忠良死得苦，到什么忠臣死得虚，死这般汗马的功劳前功尽弃，难道我今天要学伍子胥也要身受礼？这不是唱戏，这是开盲盒，连唱带猜。我这不要脸已经快跟岳云鹏一模一样了。哎呦，谢谢吧，谢谢吧啊！能力一般，水平有限，难为您各位这么捧、这么鼓励和支持啊！这个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现在春暖花开，太平盛景，听相声说相声的好日子也来了。我们代表德云社所有演员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您各位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啊，谢谢谢谢。
往前站，往前站，来来来。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哎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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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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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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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呀！一寻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嗨哎嗨嗨哎嗨哎嗨哎嗨呀！走过三里桃花店呐，哎哎嗨哎嗨嗨哎嗨哎嗨哎嗨呀！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嗨哎嗨嗨哎嗨哎嗨哎嗨呀！桃花店前出美酒啊。婆前女儿花容啊，哎哎嗨哎嗨嗨哎嗨哎嗨哎嗨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哎哎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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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东西呢，哈哈哈，什么呀这是啊，痒痒挠是吗？给一个小拳拳啊！对，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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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跟我们嫂子一样一样的。他小时候我们就干这行，嗯，也没有别的手艺，嗯，站着台上就痛快，高兴。其实我当年就是从清华毕业那会儿啊，那会儿我们你行校长校长，你等会儿吧。不亏心呢，清华毕业呀、啊。清华史。嗯，哎这个哪儿叫清华毕业？清华大学。真的假的？这也行了。谁？别拦我这，我问你呢。啊，真的哪儿毕业？他是因为最早啊，北大说让我去，但是我应人家清华了，定金都要了，是吧？谁给谁钱呢？您这是学费吗？学费吗？啊，您这哪儿毕业？这清华，因为清，您说清楚点。行行行了，行了，没完没了这人。不是我没完没了，您大伙儿听清楚了，别犹豫。因为那些年确实就是整个在清。你不用往后说，你就再凿实一遍，你哪儿毕业？你回家看看你们家窝头熟了，快走吧。对，干嘛？我饿嗝呀？是怎么着？清华，你看我们同学都在这儿，你看啊。你不用说，你就说哪儿毕业的。清华。你们要这样，我就搓死你们啊！还是清华池，你这清华大学呀，清华大学毕业。我是清华大学。你心虚什么呀？清华，你弄死我！谁弄死你？干嘛？这不就结了吗？是不是啊？我们较这劲干嘛呀？清华大学的有没有我的同学？哦，你看看，哎呀，你瞧瞧，多少年不见了，同学们，哎、对，多少年都没见过。哎呀，这有日子没在池子里看见你们了。哎，好嘛，这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你们了 啊！有男有女，哎呀，哎什么呀？啊，什么有男有女、啊？我们都是清华搓戏的，还是池子的。哎，还有消戏的，见过吗？消戏的，看你去一回试试看看，有脚垫没有？哎，嚯！削脚的、削细的、弯细的都有，哎、嗯，反正是得念书啊，啊，读书是对的。不管你干什么，你从了艺了啊，做了别的工作，没有文化是不行的。那倒对。我走时候那会儿，我一毕业，我们清华那校长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的。是啊，我祖母就祖母了，你看。哎呵啊，烧锅炉那老头说的，这是。就这个人，我告诉你，人这刺就刺在这儿。怎么呢？别跟说相声打交道，知道吗？啊，说相声第一不爱瞧得起人啊，尤其是恨有文化的说相声，知道吗？我们不恨有文化。第二，说相声好占小便宜，有什么小便宜？你看我跟说相声一握手，我马上回来得数一二三四五，手指头丢了，老怕短一个，知道吗？至于吗？我们就他们这行，我是文人呐。你这么些年，这文人都楼了，因为。在清华那些年、啊、你先下去哪儿你上惯了炕了是怎么着我们教室都火炕那会儿知道吗
啊，盘腿坐上面，博士后博士前，我们一块儿上博士前，哈是啊，研究什么都研究，研究什么？天文地理、一卜星象，嚯，哎，什么叫文化啊？绘画、书法、书法，那叫还书法，书法，对呀、啊，好，好，啊、书法啊，净研究了。全都研究，就我这个文化，说实在的，不用全拿出来、啊，怎么样？就是拿出轻微的，一点儿，你就吃不了。我也不，我也不是，我保守没有，热热乎乎的。我就行了，行了，行，对吧？吃不了就别拿出来了。嘿，啊，说实在，我现在我有功夫，我得先把中国字儿我都给他从梳理梳理。您这话太大了。真的啊，说您说清华我都不拦您啊，您把中国字梳理、哎、那你也别拦我了行吧，对吧，那个都没拦你，死不死啊你，我还拦着你，你这人你怎么，你就对文化人你就这么看不起啊，啊你这搬不倒骑兔子没老实时候，你这你哪儿的文化人都这样了，都显得潇洒飘逸啊，谁嗨你光袖子飘逸管什么的、嗯、那会儿一屋子就是学问人，我们在一块儿啊就天天的 啊晃了得开吗，这一屋子人哪儿的一屋子文化人都这样呢，讨厌就在这儿看见了吗，不是你哪儿就怎么一看这人就没有文化，真的您还别，我就是说，我说中国字有的很合理啊，有的很合理，有的不合理，不合理，没有不合理，中国字还有不合理，我是先研究中国字，后来又研究外国的、啊、反正来回一颠倒，我觉得确实很多地方不管是语法还是用意包括它的表达形式确实很有问题、啊、怎么有问题啊，你看你看都愣了吧，你看这可一吓唬就吓唬住是吗，不是人是怕你摔了在这晃、啊、摔不了，我有凳子是吧，我还好还是扶着，我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个字我一直要改的，你说说你都未必认识，你说我就知道，一撇一捺，我连人字都不认识，人字我怎么不认识，好好好啊，再来一个一撇一捺，从这光俩人 啊光俩人 啊从 啊这字念从啊，对啊，这底下、嗯、来一横字、嗯、这还念从啊，你再想想，我甭想了，还念从，为什么呢，字面上解释的清吗，啊一个人啊两个人 啊底下来一横，它怎么会是丛？丛是草丛的意思呀，啊，它跟花草植物有什么关系？一个人，一个人，一个横，嗯，这个字应该念什么？念炕。哎，必胜！啊，别吵，大爷，请鼓掌，谢谢各位，请好。那边掌声激烈，我就给谁了。喂，你再给人眼睛扎着，你这又砸死一个是吗？啊，什么就念炕啊？念炕，就您刚才坐的这炕。古文言，古文言就念炕，现代汉语念床。不，你别拍我，哪儿就拍？哎，我操！闭上。搁这儿吧，搁这儿吧，啊，行了行了，喂，这，哎，不你，你不是还有很多观点的吗？啊，对、哎，一会儿再说，一会儿一个啊，出色的文人，这那、啊、这还这一个字还念炕，还念床，对了，哎，也念榻。就只要上面有俩人都成，嗯，服吗？有什么可服的？怎么样？怎么样？不怎么样。哎，不怎么。再说一个，啊，再问你一个，哎、啊，来吧。这个你要知道啊，啊，这个你要知道，怎么着？咱俩掉一个，我是你儿子啊，我现在也不是你儿子，这叫什么话呀？这，这人你没意思，你知道吗？啊，哎，你说吧。我想想，我还会一字儿，嗯，啊，就俩字儿啊，还有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哎，好，哎呀呵，这都跟那烧锅炉的学的，嗯、科研成果，科研成了果了，嗯，你成不了果了，嗯、你能成果，嗯，啊，嗯，写字儿啊，来吧，这就好比是一支毛笔啊，就这么攥着呀，这就是毛笔，看见了吗？嗯，看啊，来吧，哎，这
嘛？你让我给叼回来是吗？什么毛病你这是？废话，什么毛病？不是你到底写什么字儿？你说就这个，就这一盒啊。你念什么？一盒啊？咦，这小孩都认识啊？同学看见了吗？啊，您是什么年龄同学都有？哟，我们校长来了！哎呵，别胡说八道。这一盒念什么？咦呀，这还有什么可猜？别动啊！啊，再来一盒。二，再来一盒。三，三啊啊！把两边堵上，念什么？日。啊，你偷着看我笔记了没有？我觉得底下这一盒还能念床。这个床上有个日，什么意思？去，别胡说八道了。您说说您这科研成果吧。就是这念什么？这字现在日月都可以念个日啊啊，然后来一道啊，这一道上下别出头啊啊，就在这里上。甜啊，甜啊，甜啊，甜。上边出头，下边不出头。油，下边出头，上边不出头。甲，上下都出头。申，听着，我这题目来了。啊，这刚入题呀、啊，听着，哎、啊，一个甜啊啊，上下都不出头啊，嗯、啊、嗯、啊，左边出头。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跟您说啊，嗯，就冲刚才您那科研成果呀、啊，哎，我可以判断一下您这成果啊，胡来，这就不叫字儿，看见了吗？没有这个字，看见了吗？啊，就是典型的没有文化，真的啊，你这就你这个状态就好比说就是啊，就是没吃过屎，他认为世上没有厕所，这嗨。什么比喻啊！您真的，这得我们校长的原话。你不，你们校长吃过屎啊？哎，这行行行，知道吗？说不说好听的？这是一个字儿，但是这一个字儿有三个音。你瞧，这就开始胡说八道。有一个字能有三个音？一个字有三个音很正常。怎么叫很正常、啊？你不知道吗？你说说。有很多呀、啊，就是一个字，但是念三个音呢、啊。你说说哪个？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哪个 ？W， 哎。外国字儿啊，念什么 ？W， 大波六。哎嗨，一个字儿仨音呢、啊。就外国字儿 ，X， 一个字儿仨音啊。你说那是外国啊？我好，现在跟你说中国、啊，就说这汉字。对呀、啊，你说说，你来了，你来了哪仨音？就这个，你来了哪一个田字，左边出头啊。你来了，你来了，我听听。我还没听说，你来了，我听听。你讲理不讲理啊？你现在是跟一个清华的一个博士后边前边的人说话，知道吗？是前是后？我就是锅炉前面的，不是不是清华前，就是一个那么有身份的一个专家。哪儿有身份？我在给你上课，我都没要钱啊，没要钱啊。我倒给你钱呢，我也。对呀，长能耐就和你看这，你来了，你来了，你要死你、啊？嗯。不是你会呀、啊？你来了，我会，我凭什么教给你啊？你来，我听听。你又不是我儿子，是不是？多、哎、多新鲜呢！还是的呀，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你这是长能耐，知道吗？老话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娘啊！对，什么乱七八糟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对不对？啊，客气点，鞠个躬是吧？高不了你，矮不了我的，怎么了？怎么就得这样？啊啊！毛病还不少，你说鞠躬不就完了吗？对，客气点啊。得了，您去，您来了，您来了。啊，你那个颈椎够厉害的。哎，什么叫颈椎够？你不鞠毛不下腰来，杨灯还点头呢啊。伸着点，你跟谁？哎呦，我的天，我怎么你了？你在外边，你问个道不也客气点吗？啊，老家，我上火葬场怎么走？我上那儿干嘛？我上那儿干嘛？呵，伸着点啊！说鞠伸着点不就完了吗？就是的啊！啊，给你鞠躬。哎，完了吗？散会。什么乱七八？哪儿就散会？散会。
不是，这再会行不行？你给我鞠躬啊！废话，你这是有求于我呀？啊，是。知道我有能耐呀，知道您有能耐，知道我有什么能耐呀？你会胡说八道啊！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我想问这字叫什么？哎，现在开始记在心里边。你说说，现场的各位有本留笔的拿出来记。我倒听听的是这个中国汉语啊，学问太大了。怎么就三个音？一个字出三个音，说出来所有人都得鼓掌，太讲理了。你说说，看着，嗯，一个田，对，上下不出头，对，右边不出头，嗯，在左边出头，对。这个字念什么音啊？三个音，这三个音就是嗯，苍蝇拍儿。对，去，苍蝇拍儿像话。好家伙呀，不行了，行了，你别扔了。哎呀。还有管他叫教授的呢。Hello， 嗯嗯，好啊，好，谢谢谢谢啊，哎，好，哎，我在这儿呢，嗯啊，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不像话，尊重啊，尊重什么呀？想说好相声，知道吗？啊，先得学文化。你这苍蝇拍没什么可学的，多巧，左边出头苍蝇拍，啊，那这废话，这边出头，这左边出头，右边出头也是苍蝇拍儿，这个。这我都没想到，哎呵，哎，哪这上面出头还能是苍蝇拍倒立着呢？你哦，这哎可以，你看吧，听吧，这就见长。这谁？我长这有什么用啊？这就对了。什么就对了？这就对了。哪儿啊？就这么胡说八道？为什么要多认字儿啊？说相声不认字儿，说的好相声吗？认字儿谁都认识，拿过词儿来人都认识，你不认识？我没有不认识，还得找人给你念啊。那得什么时候学成艺术家呀？哪儿就都有点文化，干这行也不少年了。是啊，你算算，明年我们准备搞一个于谦从艺三周年。哎，我呀，我刚干三年啊，几年了？干不少年了吧？好，三十年都多了。你要早跟我这么学啊，你早成人了。对，我现在还不是人呢，是吗？你拜师了吗？多新鲜呐！哦，拜谁啊？我们先生石富宽啊。你是他太太啊？这叫什么逻辑呀？你我先生石富宽，你看对吧？你就是那个娘们儿是吧？您这清华大院嘴里都娘们娘们的，怎么你还没听我们校长说呢还牙碜，就别听你们校长的了。那你拜我吧，好不好？我什么我就择日不如撞日，就是今天了。没听说这儿磕一头算我徒弟好吗？ 我等不了了。我这你先等会儿吧。啊，哪儿我就拜你，教你能耐呀。就教苍蝇拍啊，你看，教你能耐呀。教什么能耐呀？说相声有四门功课啊，脱鞋就唱，这脱鞋就唱，叫什么？那叫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对了，四门功课啊，说啊，首先说嘴里得干净，就是有功夫。不管你坐的剧场的哪一个位置啊，哪怕是最后一排，嗯，你看最后一排了吗？是，影超超，咱都瞧不见人家，嗯，最后一排离咱们得有一站地左右，没有。对不对？没那么远，那也是咱们的衣食父母，这倒对。所以说我们要发自肺腑的问问最后一排，您说是没钱买头里的吗？哎嗨，你说这干嘛呀？你说这话，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单纯和善良。哎呀，我猛撞猛撞，你快挨打了，你这。哦，哪儿啊？你问人这干嘛？就是坐的最后一排也是我们的好观众。是啊，每一个字儿也得清清楚楚，嗯，送到人家的耳朵里，让人听清楚。说话不清如钝刀杀人，就这么难受。什么叫钝刀杀人？嗯，比如说于老师，怎么？嗯，比如说于老师，您说，跪在菜市口，我要挨宰，绑好了，啊，就是要斩首吗？刽子手拿把刀，哦，特别的锋利，快。肩宽背厚日肥薄，杀人不见血光豪。你瞧，紫薇薇蓝娃娃，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你就别形容这刀了，举起来，啊，唰，砍下去。于老师那脑袋咕咕咕咕咕咕咕，打这儿咕噜到那儿，哎呦，人头说话了，说话，好快的刀！我嗨，脑袋都掉了，我还那么贫呢？赞美，我捧人家干嘛呀？要是钝刀子就坏了。钝刀怎么了？来钝刀都是锯齿儿，那就是锯，那就是。于老师跪在这儿了啊，刽子手一举刀，哦，想不到你落到我手里头了。哎，好嘛，校长亲自杀我。嗯，歪了，啊，你这辈子算是歪了。呵，
你的家属都得充公。哎呵，别解恨了。哎，嘎，砍下去了，扎在脖子上。哟啊，这喊，行了，别去了，你们校长该鲁班了，你这。说话不轻柔，动刀子杀人，就是难受劲儿。说学逗唱啊，学，逗，唱，依然很重要。那逗当然，但是这逗啊，逗是最重要的。逗啊，俩说相声站这四十分钟，观众一个乐的没有。嗯，怎么舔着脸往下走啊？啊，真是不好意思，对不对？嗯，包括这个唱，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解释这个唱。说说，说相声的唱唱什么呀？嗯，唱太平歌词。哎，你瞧，真这倒对。真的啊，嗯，啊，说有人说不对呀、啊，嗯，唱歌啊，唱戏啊，唱大鼓，唱这唱那个也是唱啊，嗯，那是说学逗唱的学，哦，这属于学，因为你唱的那些个，人家有专业演员干这个的，哦，你说你唱一京剧，你不是学人家京剧演员吗？嗯，你唱一评剧，不是学人唱评戏的吗？是，只有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唱的，哦，哎，于老师。哦，也不能说没学过，哎，我也学过，也学过，嗯，这个就是术业有专攻，得道有早晚。对，当年谦儿哥为了学太平歌词，嗯，在太平间住了好长时间。哎，我呀，后来太冷了，搬回来了。哎，对，我那得学出什么味儿来？我是啊，这个都得学，包括孩子们都得学呀。就你看徒弟也好，包括我儿子啊，然后你往那边比划去，你比划儿子，你往我这比划干嘛呀？包括徒弟啊，包括我儿子啊，还有徒孙啊，哎，这好嘛，你看。辈儿还小，正经啊，这都得会，啊、包括我儿子郭麒麟啊，这么大时在家就唱着玩就会，哦，他也会，你看你还不信啊？嗯，大林，干嘛叫他呀？来，过来，哎，来了，站这儿来，我正跟高老师聊天呢。哦，哎呀，我是有两个儿子的人啊，你是老大，哎、不起，也是。从小郭麒麟其实没想着说相声，嗯，后来也不怎么着，他趁着我上清华大学，他偷偷摸摸的就说了相声了啊。但说相声就得用功，可不，太平歌词必须得练得唱啊。是，嗯，你是于谦老师的弟子，哎，他是我徒弟，哎，你看这我们这行这样啊，嗯，说爸爸干这行呢，我不能再收自己儿子当徒弟，对对，怕管教上面下不去手，嗯，哎，就得教别人来。教他，我下得去手。哎，所以我儿子呢是于老师的徒弟。对，自打跟于老师拜师以来，你看郭麒麟的酒量可是见长。哎，我学什么了？我净教人喝酒是吗？我还控制他不让他抽烟啊，对啊，头发也不能烫起来。嗯，哎，没学别的，都知道于老师三大爱好是吧？抽烟、喝酒、烫头。嗯，脍炙人口啊！啊，对，全知道，连法国人都知道，那错不了啊。嗯嗯，但是太平歌词在家，我得教他。对啊，对，给大伙唱两句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您别看我是这个于老师的徒弟，嗯，其实跟我父亲也学了不少。那当然，当时要拜师于老师的时候，我爸在家就劝我，嗯，啊，去这个拜于谦老师吧。嗯，你知道你师娘多漂亮吗？嗯，啊，你什么目的呀？这是。好好的孝顺师父师娘啊，那不单漂亮的事儿哦，行行行，反正都得学，可白净了。嗯，咱说点别的行吗？臊死我了都快。哎，行了，确实也挺好，搁着于家我也放心。啊，跟于老师的儿子郭小宝，嗯，在一块儿，这哥俩吗？哎呦，像话。我跟大林也说了，我说你跟小宝就拿着当你亲弟弟是一样的。对对，干嘛拿呀？就是，嗯，哎。你们爷俩这一唱一和的，你知道多开心呢啊！哎，对，比在清华上学还痛快呢啊！哎，唱两句吧，儿子。好，我听您的。我这还带着板儿了啊！您带着咱那钢琴了吗？那是，嚯，钢琴啊，不够挑费啊！唱太平歌词有个伴奏的乐器，嗯，叫玉子。对啊，这个据传说，想当年有艺人进宫唱这个，也没有板，拍着大腿，西太后就说了：“你那是干什么呢？”哎，这是西太后，那都跟清华有关系啊。说我拿这个拍板，西太后说别去了啊，嗯嗯，让李莲英上后花园砍了两棵竹子，挑最好的地方截取下来啊，说拿在手里击节而歌，就打着拍子。哎，那竹子，当然这我估计是艺人们附会的，哦，就这么一说，因为是御赐的，嗯，啊，就管这东西叫御赐，但是叫来叫去呢，叫白了，叫成玉子了，嗯，一般来说是竹子，我这两块是木头的。啊，声音高，哎，这个最早的时候是两块半，
还有半块，半块打着这个。后来嫌这半块碍事儿，就都用这两块啊。其实特别简单啊。嘿，然后咱们唱两句吧，唱两听听的。你们想听什么呀？白蛇传，白什么？对。哦，单刀会，还有骷髅叹。好，好，好，那给你们唱一个秦琼观阵吧啊。哎。你们爷俩什么脾气？这是。不是，你让他猜着，他以后就不买票了。行吧，你想唱什么唱什么。秦琼观阵有大有小。嗯嗯。后来我看有整理出版的，出版的那个词儿应该是全文的三分之一，它没有头没有尾啊。太长了。但是我们要真把那连头带尾都唱完了，也实在太长了。整个秦琼观阵唱完了就得个三十分钟啊，有点犯不上了啊。让大伙儿尝尝好不好？好，掐当间一点啊。嗯。我这两天啊又录节目又忙，其实嗓子不是很舒服。唱了半截，要是比如说一咳嗽了一干嘛呢，我就假装一咳嗽，你们就知道就结束了，就一鼓掌，咱们就折个羞脸就过去了。什么叫鼓掌？就听咳嗽啊，你们表演完了，我们好，刚才唱的是《太平歌词》。哎，好嘛，就干咳嗽合着啊，干咳，来吧，掐后头几句吧，好吧，行，哥俩唱几句，你接两句啊，好，哎，我一努嘴你就唱儿子啊，哎，得嘞。你们爷俩做嘴疯啊，是怎么着？什么病啊这？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在我们学校得打死，是吧？不去你们学校，彰显遗传的伟大，怕淹死。嗨，你再不怕错死？来吧，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了几声，人家养儿都防备着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实指望孩儿我做高官增光越俗不了想，半路途中遇见了险情，靠山王摆下了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磕一个头来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来我算尽了忠，那秦二爷磕罢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阎王黄彪把话明，你今天驮顶我闯得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长棍槊棒鞭锏锤肘拐子六经四门都得锁着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的立了大功，你今天驮顶我闯不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长棍槊棒鞭锏锤肘拐子六经四门都得锁着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我一言唱不尽那秦琼观阵，我是愿诸位阖家欢乐时俯首抗命。唱两句，大伙儿尝尝。哎，秦琼观阵，这叫秦琼观阵，太平歌词啊。哎、是累坏了吧，孩子？累活不行了。好，赶紧去让后边熬点参汤喝吧。啊，嚯、啊！快快缓缓，我吸氧。快快快快！哎呀，喝呀！累坏我儿子了，了不得了！你们这说相声都这么养活着呀？嗯嗯，一年就唱一回。啊、哎，对，就一根身子，那错不了，错不了。哎，让孩子好好歇着、嗯、啊。这个叫太平歌词，对，挺好。太平歌词是说相声里边说学逗唱的唱，这叫基本功。除了这个，再唱什么，嗯，都是学。哦，啊，是，就占这个曲艺类的，您说吧，啊，上百种得有。啊，这不少，但是说要都像于老师似的，我们这行就失传了。怎么就像我似的就得失传了？没有时间研究这个呀。那我也学，你怎么不学？你嗨些，你少来呀、啊、你啊！怎么了？真的，于老师不是我瞧不起你，您客气了。真的真的啊，我就是冲着嫂子的面就完了。咱别老提这个行吗、啊？我不跟你争争，眼睁这台上好些东西我们都给您折着，为什么让谦哥站桌子里边？怎么了？为什么有的人要站桌子里头？桌子里头怎么了？捧哏尿裤看不出来，我有桌子挡着呢，是吗？哎，看不出来尿裤子。刚才是太平歌词、嗯，再说一别的、啊、你就未必会了。没听说过，你看，您、哎、说说说。德云社二十年了啊，这些年我们挖掘了很多传统的形式和传统的曲目，是其中有一种艺术形式啊，几乎现在就没有人听得到了。您说说，我听听。莲花落。
哦，莲花烙是老的形式了。莲花烙解放初几乎就没了。对，莲花烙呢，这东西虽说没了，但是呢，它在其他的艺术形式中有所表现。在哪儿还有啊？如果说莲花烙要是爹的话，他有俩孩子。哦，一个是评剧，一个是二人转。哦，在那种形式里还有，那俩都是打莲花烙出来的。是啊，莲花烙有一个人唱的。谁啊？这个过去来说什么清明泉呐、啊，哦，于瑞凤啊，呵，也有俩人拆唱的，俩人拆唱，俩人进故事。嚯，还有一帮人一块儿唱的啊！一上来一大帮人，嚯，先喊斗啊，喊烙，一大腔大伙先唱，完事进故事进人物，哦，还进人物，就是当初德云社挖掘过几段，后来市面上没有了，哦，咱们今儿尝尝好不好？咱们再听莲花烙，对，莲花烙，莲花烙，这个这你真不行，帮不上忙了。哎呀，咱们这等我能不会？我叫一个我们这儿会莲花烙的啊，来，张云雷，谁？好，过来，张云雷，来，我多大份，你看看啊，嗯，对，这得让人送上来啊，没有快递是不出来演出的。嗨，这。让他扶点桌子，哎，我来接他来，你走吧，哎哎，哎，我徒弟，他叫张云雷，是这个，他从小从艺，最大的成绩就是五个月前从南京南站摔下去了。这个玩意儿就是你知道这哪片云彩有雨是吧？啊，艺人嘛，怎么红的都有啊，他靠摔红的这是。张云雷，嗯，张云雷打这么大就跟着我啊，是我早期的徒弟，嗯，小的时候呢后边留一小辫儿，哎啊。那会儿唱了好多太平歌词莲花烙，那会儿电台录了大批，这一说是2005年，嗯，就现在很多相声演员都听着张云雷的声音成长起来的。哦啊，张云雷，哎，莲花烙还会吗？莲花烙会吧，会，因为那个打小教过他啊。咱们俩拆一段吧。可以可以可以吧，拆唱，让大伙儿听个新鲜，可能你们听不惯，听不惯你们就多做自我批评啊。嗯，谁呀，慢慢就行了啊，慢慢就行了。听不懂，听不懂，千万别说这是什么呀，让旁边人笑话你啊。哦，听不懂，闭上眼睛，嗯，啊，这嗨，哎，旁边一看，哇，哦，这个好家伙啊，要捧你知道吗？嗯，哎，好事。那个莲花烙的曲目有很多，以前张云雷有很多录音，什么王二姐私夫、十枝搭都有啊。嗯，咱们唱一个以前大伙没听过的，好不好？好啊，给你们唱一个杨二舍化缘花墙会，好吧？嗯，有点意思。这段特别长，咱也掐几句吧。嗯，掐几句。杨二舍化缘是说的这个，有一公子叫杨二舍，嗯，投亲到他老丈人这儿的，结果呢阴错阳差，这老丈人给打出去了。后来呢，他自个儿没辙了，出家当老道。当老道出来化缘，又到他老丈人家门口，正好看见他这个未婚妻这小姐站在墙上边，墙上是小姐，墙下是这老道，俩人聊天，通过对诗知道了对方是谁。这么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这要唱全了得唱40分钟啊！咱们就掐一点对诗给大伙儿听听。可以，这个是需要乐器伴奏的，嗯，啊。嗯，请我们的钢琴师，我们的那个铁板师啊，铁板师，铁板烧的啊，你没有？来，王九龙，哦，来，快来，快来，快来，哎，快来，快来，哎，站在你大爷旁边吧，站那边吧，来吧，上这儿来，来。对，这个是我徒弟，也是我外甥啊，我是他舅舅。我们家这孩子都干了这个了啊，花墙会，花墙会啊，我们来回，我，你来这个唱这小姐吧，我站墙上，对，你长着秀气，你站墙上，你跳下去的时候痛快，哎，因为你有这经验啊，我站墙上啊，南京火车站南站10多米跳下来愣没死，就这个玩意儿吧，啊，这我原来以为就完了，没想到骗我呢，啊，我咱们试试调门好不好？掐几句对诗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嗯，行，那就试调门，来来来。王美容站墙闹变了我是大梁，墙下修道的难呐，关小姐好比你是艺术的丽人，右中看来右中我把你吃人，虽然我的梨儿你可长得怎么那么好啊，干瞧着我的梨儿好，你要摸不着吃也就白着会自己，我就不着急呀，莫非说有人在此看着这树梨好，等着看梨的去吃午饭呐，啊，
翻过了粉皮墙，我是偷吃了你的这个梨呀。虽然说挡不了这个茶和饭呐、啊，撒一点梨水也能充饥呀。关道童啊，好比你是一树的桃，又中我的这个砍来，又中我把你敲啊。中砍中敲不中你的那个用啊，刚瞧住桃儿好，摸也摸不着，哎那也是白饶啊。莫不成有人看着这树桃，后来等着看桃地去睡觉，跳过你的花墙，我偷了你的这个桃啊。虽然说挡不了那茶和饭呐、啊，榨一榨桃水我免得心焦啊。关小姐好比这个琵琶丝弦呐、啊，中照每日就在墙上里悬呐、啊，有照一日倒在了我的手啊，怀抱着琵琶我不敢弹呐、啊。怀抱着琵琶你应该弹欢唱啊，又恐怕弹坏了琵琶上头弦呐、啊，弹断了旧弦我把新弦给接续呀、啊、哪有这个闲钱我置办新弦呐、啊。关道童啊，好比你是河中一朵莲呐、啊，长在江心水里边呐、啊，姑娘我比作采莲的汉呐、啊，脚蹬着小舟儿，我是掐了这朵莲呐、啊，将莲花托在姑娘我的这个手啊，手托着莲花不得那么耐烦呐、啊，手托着莲花你该当把它看呐、啊，糊涂的老道想啊，出了水的荷花颜色淡呐、哎，人过了青春哪来的少年呢，若得夫妻是重相会呀、啊、杨玉春赶考他中了状元，掐这么几句啊，等多多有时间，等张云雷健步如飞了啊，从头到尾的咱们好好唱一回啊，得嘞，这唱的这个于老师就勒死都不行，你知道吗？啊，哎，说走就走了，俩人啊，走了。哦，这是要出去卖艺去了，俩人啊。没有，可不是说走就走，得等走下去还得十分钟。嗯，这个演员就是有份有身份，知道吗？好吧，这叫莲花落，不错，听个新鲜。哎，最起码60年吧，得有50年、60年得有。有挖掘整理啊，对呀。还有的就比较熟悉了，嗯，你比如说竹板书，竹板书常听吗？竹板常听，当年。德云社最早有一个演员，说相声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吃人没够，干什么不行啊。后来我说干脆你先唱竹板书吧。哦，后来谁想到他红成那样了？谁呀、啊？岳云鹏啊。很长时间在德云社，他是以唱竹板书为生。哦啊，你看，有日子没听了，让他唱一个嘛。行吧，来吧，小岳，来来来来来来。嘿，云鹏，你的快递，嗯，这个送快递的怎么进了园子了？好，有人说小月瘦了哈，你得买个望远镜了，我跟你说啊，挺好，回去吧，别往前来了，快回去吧啊，爱卿平身吧，好，嗨，这都上朝来了，喜欢岳云鹏吗？这都是没有文化的，云鹏，哎。一撇一捺念什么？哎，这行了行。人，一撇一捺念什么？人，俩人抵一横。抗。好孩子，这是师徒关系。又念床，嗯，还念榻。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清华的教授助理，住在教授家里。嗯，教授出来，嗯，挺好。认识你谦大爷吗？哎，当然认识了。你谦大爷艺术水平怎么样？啊！乐完你倒说话呀你，干乐呀！我正在想词儿，就是，
你也别太难为孩子，我也别盼着他说话。他朴实，不会撒谎。挺好，挺好，挺好。行了，行吧，反正于老师最起码就态度很热情。不是，你们要上来干嘛来了？哦，聊主板书嘛。废话，你挤得我干嘛呀？小月还会主板书吗？好久没唱了啊，好久没唱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唱，反正于大爷不会，这是您教我的。对对对，你们老勺着我干嘛呀？一共仨人，我敢勺着他吗？这个，你敢勺着我是吗？你就剩勺着我了是吗？嗨，别闹，让孩子玩会儿。对，玩嘛，反正都是我师父教我的。嗯，这个竹板书呢挺简单，过去竹板书其实是开大书，嗯，跟说评书一样，找一个书馆，三国呀、列国呀、东西汉呢，用竹板书来唱。有的时候就旁边坐一个专门负责打板的，他说书，说会儿唱会儿，说会儿唱会儿，那叫竹板书，也失传个四五十年了，得有啊。这个这些年来，你要说唯一能继承的，还真是我就交给岳云鹏了。那会儿德云社小剧场说相声，他也不敢说，什么也不行啊，也别说吃饭可以啊，孩子。哎嗨、啊，这就别当一美说了。那你知道吃饭吃的多好看了啊，吧唧嘴那个响啊。我师父夸我，嗯，那是，这是赞美啊，不懂什么好赖话了。嗯，那我也爱听，你说一试试，真有意思。我没看过你吃那么香过，关键。那就要这样的话，你给大伙儿唱两句竹板书好不好？唱两句，有日子没唱了，嗯，好不好？竹板书，咱爷俩拆一个吧。咱俩拆啊，嗯，我刚才净跟他们拆来着啊，跟张小辫唱了一个，给我麒麟唱一个。咱俩拆几句竹板书。竹板书，咱们也得有乐师啊，哈，得有乐师。乐师，你打算用谁啊？有请高老板吧，好不好？高峰高老板啊，嚯嚯，高老板，今儿您来着，全见着了，嗯，高老板啊，我师弟，上这儿来，快这儿来，哎，对，站那儿，哎，可不好唱，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嗨 C， 嗨 C， 别，我塞不进去，来。太嗨了哈！太嗨了，太嗨了，塞不了了啊！嗯嗯，行行行，我们俩人拆一个啊！哎，中间有一个变调，你随便变吧，跟我没关系。哎，什么话这叫啊？我这跟你探讨乐理呢啊！怎么变？我就是一个点啊！好，开始了啊！嗯，哎，对对，你看，乱七八糟的。你先来，我先来。我说你唱不唱？大伙儿打个招呼，都打半天板了。谁先来？我先来。好好好。硬硬闷锁，手儿托着腮，叫声红娘，你快过来。你姑娘我是这个贞洁女儿啊。擦胭脂抹粉那总嫌不我吧。太高了。嫌低啊。太高了太高了。哦，你早说调门就没试试啊。嗯，来来高老板再来。嗯。嘤嘤手儿托着腮。你有痔疮是怎么着你。你死哪儿去你。这个就合适一点，我是要合适一点，实在是上不去。哦，我说中间有变调嘛啊！就是好家伙，来阿高，来整。来阿高，多肉头，你听。阿高，你姑娘我是这个贞洁女儿，擦胭脂抹粉儿，我总嫌不白。我豁出去了，来，差不多，你可以能唱上去啊。张君瑞本是，你看看，一位唐朝的客，咱娘们宋氏三代女裙钗，唐宋相隔，倒有六百载，是何人编出这部戏相来？红娘闻听，抿着嘴儿的笑，姑娘明白这个我明白。老爷在朝，他是把官做，官居一品是位列三台。宋王爷开了，那叫王朝。
唱天下举子们进了京来，河南来了一位关公子，关汉卿千山万水进了京来，老爷贪赃脱了灰，去了人家的好文才，三长没把公子来中，回家们坐在小说斋，今天思来他是明天想，一怒才写出这部西厢来。西厢下院留下了诗句，字字行行是看个明白，就一句带月，这个西厢下赐一句迎风那虎翻开，三一句月移那叫花影动啊，四一句一世那玉人来。我的小姐呀真是真哪来，这个家是家，黑是黑来这白是啊白，贞洁女总是那叫贞洁女，下贱才总是这个下贱那才，真金不怕烈火来炼，矫正哪怕那绣线歪，夜明珠未出土真假难辨，单巴掌拍不响你远着谁呀来，聪明的红娘嘴尖舌快，几句话把西厢这莺莺小姐她那抽烟喝酒烫起了头来。这里还有我呀，我又回头看见她了啊，这个够底，这个啊，哎对，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哎来给熬远人参后来躺会儿去，躺会儿去，快去快去快去，全得真不易，真不易，这演出费人参。哎呀，于老师怎么办呢？什么叫怎么办呢？我儿子来一个你不会，我徒弟来一个你又不会，你这玩意儿怎么弄啊？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呢？你别跟着起哄，这玩意儿就不爱唱，因为沾打板的玩意儿，于老师就算完了。哎，你得会了再说不爱，你对不对？你不会，他说不爱，谁信呢？是吧？啊，同仁堂，哼。列位来内行，同仁堂是中国曲艺里边最了不起的一个节目，哎，打起竹板来唱同仁堂多少位药材，就是于老师小时候是学过，但是他说了啊，轻易的他不会唱，他都忘了啊，关键得看你们大伙儿爱听不爱听。你说挤得到这份儿上了，咱要怎么样唱得了吗？才啊，他们说你大小脑全萎缩，有这么回事？这是谁嘴这么快传出去的？不是唱，可以唱就唱啊！不过咱说好了，你们听那个同仁堂，嘿，那个不行，那个那上面那模板的那个不行，哦，那不成是吧？啊，行，咱们踏踏实实按照鼠来宝唱，那来一规矩版的是吧？哎，高派的那个最上品的东西了啊，好吗？好，行嘞，高老板贴板吧，太棒了！咱们听于老师这段啊，全心全影的同仁堂，要打板就唱啊。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大名医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这个国母得了病，他是走线号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他是两针扎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
龙心喜，今生这个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什么封他的武将就把头摇啊，万般出在无忌奈，今生这个刺剑大黄袍，一旁怒恼了哪一个，怒恼这个净贼老英豪，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什么不刺那黄袍啊，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药王爷药法高着，他脱到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他了药王搞，黎民百姓财不相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柜，您老这个兰柜三尺三寸三分高，这不一旁供这个压药碾，是不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这个牛黄玉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桃仁陪着杏仁睡着吧，二人躺在了沉香床啊，睡了三更交白夜，胆大着木贼跳了金墙，盗走了水银五十两，这不金猫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不人参这才做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这不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不鲜血躺在了木挂上，大苏丸小苏丸庞大海滴溜圆，这不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是唱的名儿个唱不完，哈哈请您欣赏歪唱太平歌词，表演者郭麒麟、郭德纲。我们爷俩这进货来了。谢谢谢谢啊，哎，哎好，受累了受累了啊，哎谢谢您谢谢您，干，谢谢吧，看着我弟了可能是啊，感谢感谢大伙儿啊，今天是我师哥收徒仪式，对呀，而且这个机会也很难得，嗯，不光是他们这徒弟们一辈子就拜这么一回师，哦，啊你像我们爷俩在一块合作一。机会更难得了，哎，不多见。到今年没在一块演过，今年没有啊，没有，以前也没有。以前录像有过一次。哦，您记性还真好。那错不了，因为那次他们没给钱。哦，那是。要说爸，您是有点勤俭持家了。那错不了，过日子人嘛。嗯，我们爷俩呢，演出机会少，台下呢也很少聊这些关于相声的东西。哎，是不是？确实很少。我们爷俩这个关系呢，我觉得还是应该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是爸爸。哎，您啊，这么着急干嘛？我没跟您争。废话。嗯，我是儿子。我也没跟你争。您争这玩意儿干什么呀？嗯，跟我爸在一块演出啊，说实在，我特别的紧张。哎，不至于，孩子。真的，以前也没演过。嗯，而且到这个挑选节目的时候啊。特别费劲哦，为什么呢？众所周知，这个相声当中一捧一逗，一般来说这节目都是以这个捧哏演员的家属开心为主，这是一个老规矩了啊。我怎么说，嗯，是吧？怎么说你也吃亏。对呀，啊，我说我爸爸的爸爸是怎么着的，不行啊，我。你爷打你。嗯，对呀，啊，您同意我也不同意，多新鲜呢。宅来宅去，好多节目都演不了，不方便说。后来跟家一看，说怎么着，要不咱爷俩唱一回，嗯，来一腿子活。哦，来一分河湾吧，多好啊！商量好，在家都设计完了。嗯，一到后台，刚才收徒有一个叫栾云平，我徒弟找到我了。嗯，兄弟，你换一个吧，哥哥就会这么一节目。一会儿还得给大伙展示呢，是吧？哎，我一琢磨也是，那是那怎么办呢？我们爷俩呢，
说实在能演的节目少之又少，嗯，上来就是跟大伙儿聊一聊天，见见面，哎，这是实话。嗯，而且我爸这人啊，其实大伙儿对他不是特别了解，你们看的都是台上，对，台下里徒弟们有时候上家住也看不见我爸那不为人知的一面，挑那露脸的说，那当然是露脸啊。嗯，我爸这人啊，别的不说，最好最优良的美德啊，嗯，勤俭持家，哦，这是夸我呢，这可以吧？照这说，哎，照这说啊。特别的节约，嗯，有的时候好在家里，我都不明白我爸想干嘛啊，你知道吧？洗澡啊，没一会儿，冬天啊，三九天刚过完年，我爸在家里洗啊，洗干净了，也不擦，我打浴室跑出来，直接奔门口去。我那是迎接什么客人？站在我们家门口就光着啊，也不擦，哇，三九天冷风嗖的。我爸直哆嗦，那是我看着情形，我眼泪都下来了。哭吧，孩子！我说爸，您有什么冤屈啊？这是对呀，啊，我得问问你。我说爸，干嘛您这一会儿冻感冒了？嗯，倒霉孩子，你懂什么？嗯，家里那感冒药快过期了，知道吗？我这是作死呢，我这啊。您就是特别的节约，会过日子。哎，这点我得向您学习。哦，你也得出去啊？我那都不至于啊。哦，我说向您学习，感冒药就不够了，就，哎，学习这个节约的这么一个优点。哎，该花花，不该花的不花，这您说的在理。嗯，而且不光是说在台下要学，嗯，台上更得学。哦，学这艺术啊？那当然了。嗯，您这艺术，我敢说，现如今中国相声界没有您就没有相声。孩子大点声，不能这么说。这个夸人的话都得等死了之后再说，哦，活着说不会有人承认的。嗯，行，没事，等骂您的人他们死了就行了。哎，对，哎，啊，没有没有没有关，我是表达我对您的崇拜。这就是儿子疼爸爸，别人怎么说我不管，在我心里您永远是最伟大的。嘿，这是亲儿子，这是，啊，这是我的心声，也是我的想法。哎，没有别的，好好的向您学习。哦，也向我师父学习，于谦老师。哎，学习相声演员四样基本功课，说学逗唱吃喝抽烫。哎，啊，这个于老师这爱好其实不用介绍，观众们都明白啊，都了解啊，吃喝抽烫没错啊。吃放一边吧，就这抽烟喝酒，嗯，烫头，你看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哪儿都知道。嗯，我得多跟于老师学习。那我就把你接回来了。想学坏还用跑那么远吗？是吧？不是，学点那家里学不到的技能，是不是？哦，他们家还有独特的手艺呢。对了，跟人学这个，像什么说学逗唱，嗯，我师父也会。他倒是没怎么展现过啊。那是自然了，你就看我师父那功底。嗯，在舞台上他是因为捧哏角色定位，嗯，话少一点，对，基本功非常到位，打小做科嘛，吐字清晰，嗯，学什么像什么，啊，有影视表演的基础，他学过导演。您跟他合作这么多年，嗯，我师父逗不逗您还不了解吗？一点都不逗。哎，就抽烟了跟后台。哎，对，那不挺逗的吗？啊，太逗了啊！说学逗唱最后一门这个唱，哦，我师父最好。儿子，这我得拦着你了啊！观众都知道，说学逗唱的唱是太平歌词。我认识你师父这么多年，他也没唱过呀。你看，哎，我就这么问您 啊，您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啊，凡是唱太平歌词，我师父插过嘴吗？他倒是没敢。哎，不是敢不敢啊，您站在这儿您顾不上瞧他啊，我们坐台下看得真着呢。好，哦，我师父这个眼神啊就是不屑，你明白吗？他那是犯了烟瘾了。嗯，知道吧，就往这儿一站啊，就这意思。酒也上来了，嗨，憋着烫头去呢哥啊。他就是觉得您唱的呀可能说糊弄糊弄观众朋友们，他这么认为的啊。还行，但是说要是内行，哦，嗯嗯，没有觉得您好，您说是不是？到现在没有内行承认您好，那倒也是。嗯，从来没听见过说相声夸我好。对呀，嗯，我师父也不例外。哦，也这样，他也学坏了啊，并不是，他就觉得您啊唱反正有一点小瑕疵，
于谦还会唱太平歌词呢。当然，我正经学太平歌词，您一句没给我说过。我在家没教过他吗？全是我师父一嘴一嘴给我喂出来的。我还交学费呢。您交学费不？我还给了钱呢。不，咱就说这意思。我跟我师父学了好多好多太平歌词。这么说，跟您，您现在会多少段？放在这儿。我不会啊，我不会。您会多少段？那我不会，我会那个，您不会。我会，您不会。当然，我儿子这么说，我挺开心。为什么呢？青出于绿胜于蓝，是吧？这什么老话儿？这是我儿子要比我强，这行还有干下去的意思。别黄二郎下豆鼠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就没意思了。嗯。但是孩子，你要说你会的我不会，这话有点大了。头上台，是不是你师傅灌你酒了？师傅拿烫头棒捅过来是吧？没有，怎么可能呢，孩子？没有，怎么了，爸？我平时在家很少唱，那我师傅教我，师傅跟我说，回家别给你爸听啊，别让他听，学完了咱这不行了，咱这得别让他听，都这样。哦，你们这玩意儿是保密的，还是？对，就我师傅是喝多了才唱的。那今天可是个好机会 啊！来了这么些个人，你唱我们尝尝好不好？我唱一个，行吗？感谢朋友们这么捧场，嗯，我可以唱一个，可以啊，小唱一段，可以啊，好吗？来呀、啊，挑一个您不会的吧。那一定是我不会的。那是哪一段您都不会？我得听听于老师多大能耐、啊。好吧，挑一段还算久远的哦，大概是民国时期的段子。嚯、哦，好吧，民国时期的啊，老调太平歌词，你看看，给您演唱一段。我儿子能耐大了。嗯，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哎哎哎！鹬蚌相争。对。哦，鹬蚌相争，我猜对了。哟，您会这个？张云雷唱完这个，打南京跳下去的。我把他给忘了，你看看他打小我先教的这段、哦、然后教的高台跳水，唱完这个然后下去的，知道吗？哦、我的天，哎，撞枪口了！你看这孩子，你再选择一个。爸爸，您怎么不明白呢、啊？我明白啊，什么呀？今天呀、啊，这么好，咱德云社成立20周年，钢丝节大型庆典、啊，来了这么多观众，我说了啊，都是捧您来的。是的。咱爷俩往台上一站、嗯、观众看着我真唱一个，头一个您就不会，后面您的节目都没法演。罢了，对，是上岁数了啊，孩子说的对，对不对？头一个得让我猜上来，给您面子。第二个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了。您这话说就是我教您啊。来，来听听啊，来第二个啊，这更传统了。哎，好，这是清末的节目。嚯、啊，清末的，好，这一杆子好几十年了。啊、对，来，嗯，听这个啊。元末江山论兴亡，群雄聚义舞刀枪。康茂才，党臣有量。这您怎么也知道？这是我写的。哦，我师父告诉我是他创作的，是他那天喝的准是真酒，要不然不能上头啊。儿子，你有点太给爸爸留面子了。得嘞，哎，得嘞，再来一个吧。不顾及这个了，来个阿拉金德的。好嘞，情场面前无父子。什么跟什么呀？这都是不是？你少往鱼家跑，以后知道吗？准是你师娘教你的。嗨。我有日子没看你师娘、啊。行了行了，怪害臊的。啊，太平歌词，太平歌词，太平歌词。我就正事儿忘，想起句老话，不知道搁哪儿合适。哦，这么说就是，反正就是台上无父子。对对对对对。好，这行啊。哎，当堂不让父，举手不留情。哎，我爸说的对。哎，就这个哈。来，我唱一个。来高的。唱这您放心，这是我师傅压箱底的。非把我难住了不可。对呀，这你师傅都有箱子了。对对对。下回我可以躲箱子里头。嗨，别的人。哎，柜子里边潮。嗯。主要孙悦在柜子里呢、哦、孙悦在铺底下呢、啊、行了，你师傅真好客、啊、这样、啊、这样
师娘好客。哎，这住口！还单纯呢、啊，瞧见什么说什么。我也不懂，我也不懂。来吧，这样挑一个，挑一个。我师傅跟我说了，说这个段子只有我一个人会。他教给我之后，说是这个段子听过的人都已经去世了。不是，我在想一句题外话。嗯，就是他们家出这么大事，他有心思教你这玩意儿啊？哦、这段就是天下第一了，拿这解心困，罢了，好吗？来吧，听这个啊，来，保证您从来都没听说过，你给我享受一下吧。来这个啊，嗯，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湾奇花。那春游，接这个。多大的回声啊，就跟站在山口那儿唱似的，老百姓都知道。孩子，你师父这太平歌词准是在太平间听的。哎，什么呀这是啊，好像就弄这么一三段啊。这段好像您除了阿富汗没唱过，哪儿都唱过。对，阿富汗有这盗版盘现在啊。坏了吧，怎么我师父就叫我这仨。对，找他退钱去，知道吗？不是不是，不行啊，今天当这么多观众啊，那也是你自个儿做的呀。我琢磨您不得让点我吗？我一上台我说我你好好的，你看我踢你啊啊！您就说显得比你弟弟还小着呢啊！不，二十都不这样，你怎么这样了现在啊？就不啊！快点，这都会，那没办法，孩子，那啊，您配合我唱一，您说，哎呀。我不会耶，我就下去了，就完了。我就怕来不了这么嫩，你知道吗？甭管阿富汗不行，离不嫩我还可以啊。忒嫩了，您这个。哦、这样吧，怎么着？我正经唱会。这你看，我是有能耐还是？正经、啊。太好了啊！这仨节目，平时在师傅家溜嗓子。哦，是，你看，是吧？我们孩子会唱完这仨，师娘才让进屋呢，明白吧？哦，那在家里有人呢，是吧？对对对，按对暗号。嗯，来，我唱一个，来个，唱完您这准不会。行，准不会不会搁一边吧，我就唱完您一捧我就好了。凭什么呀？您是我爸爸，您是。有道理，爸爸听你的啊！来来来，对不对？好吧，行，这样。唱这之前我念一段定场诗。太好了，哎呦，显示这个悠久，这正经的太平歌词。先来定场诗，听好了啊。嗯，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嗯，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嘿，接下来学徒我志诚诚为您展演一段传统的太平歌词，我们洗耳恭听。我曾经问个不休，亲，就这个呀？啊，挺好。哦，好，换一遍。您不爱这个是吧？爱这个，吓我一跳啊！吓我一跳。咱设计到这儿就去你的，我们就下去了啊！您要不说，我还要说来呢。哇，我都没听过呀！哦，还来这个？没有机会说啊。那这样，咱换，那我正经唱一个。来，正经唱一回啊！哎，听我这个啊。这也您准不会了啊、哦！可惜了，刚才这定场诗了。真是啊！对，这也我师父给我念的啊。那是，嗯，你听这啊，那庄公闲游出趟。哎，你等会儿吧，这，我说这越唱越水了，这个。怎么了？不是这庄公闲游，这个打有狗年就唱这个。想当年这民国拉洋车的都是这个，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劝人方，这都臭了街，卖糖的修车都唱这个。为什么太平歌词没落，就是因为这个。你拿这个有点欺负人了，这个真的啊。您这话说的，我不爱听了，爸爸。怎么了？刚才那三段您说什么，您说什么都对啊，这段您这个不对了。这我怎么不对了？我后边还没唱呢。没唱您怎么知道我这是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啊？你唱的离不嫩去也是这个玩意儿啊，咱不是这我师傅后来又改了，又不一样了。他学好了？什么叫学好了呀？他都改了吗？啊，对，您想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京城大了，干嘛非得出趟城西啊？出趟城东，出趟城南行不行啊？对不对？我们走永定门，出趟城南行不行啊？哎，行，走吧，对不对？您别太武断了，是不是？我这没唱完呢。哦，后边有不一样，不一样。那行，听啊，不是城西啊。当然了，爸爸您放心啊。哎，
那中宫先有出趟城南北角啊，南北角啊，等于就是大天桥过去的呗，是吧？啊，是火车道，这是这个有点意思了。怎么样？这您听过吗？这没听过。您会吗？不会。服吗？不服。那没什么玩意儿，我就服啊！一南北角我就服了，没意思啊！敏人好学，不使吓唬您一点。废话，你唱着西直门了，我还死去吗？难道说啊？不能就一南北角就把我降住了呀？那您啊啊，好几万句呢！嚯、哦，好家伙，你跟电视剧似的啊！听你这玩意儿都过日子心。对，那来吧。好，你看您啊，我爸这什么意思呀？嗯，这抬杠小能耐。知道吗？哎，你没听我来，你来吧，来吧，一句一句让我唱，到最后把我师傅这点东西全都倒腾给您了。哎，我听听到底怎么回事，我好找他退钱去啊。哦，行，往后唱啊，开始多唱几句，您要觉得可以，咱就这样啊。哎、行，来啊。那中宫先有出趟城南北角啊。嘿，看人家这个折，嗯。你瞧见了？他人骑马，我这儿骑着驴，对吗？我唱了吗，爸爸？啊，来，爸爸！哎，我这些年啊，拿着当闺女养的，这是啊。这不，我听着顺的，那就是一定是这个呀。他人骑马，我骑驴啊。我觉得我找着舞台风格了，我觉得。哦、太好了啊！什么乱七八糟？不是，啊、我后没唱。这唱，愿爸爸嘴急了啊！对啊，瞧见了，嘿，顺便添一版，嘿，有一个老太太，怎么样？老太太，这个土字发音有点像河北华侨，他妈河北话，打保定那边来的啊，那不是老太太，老太太，啊，参军去了那啊，老太太还是老太太。这听着有点心宣了，这行啊，太好了。哎，那中宫先有出趟城南北角啊，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哎，有一老太太，老太太今年60多岁，岁数不是特别大。她的丈夫21。这老太太可得着了。这一天，老太太待在家里，她就有点闷得慌啊。两口子睡觉吧。她要出去溜达溜达。哦，甩开这小伙子了。出了门，打了个车，就奔了西单。下了车一看呢。哎呀。人还真不少，这词儿讲究啊，少嗷嗷，之前就值在这儿了，老太太溜达来溜达去，哎呀，有点累了，家歇着多好啊，打辆车啊去了民族宫，我上这儿来了啊，到了这儿一看，呼，我有相声词呢啊。可了不得了哟，我就说是保定人，可了不得喽。那么干什么呢？在这里德云社说相声。哦，门口写着呢。哎，老太太花钱姐黄牛那儿买张票就进来了。何者押韵有板有眼。哎，正赶上云鹏栾平收徒弟，就是刚才的事情啊。收完了徒弟，下边有个节目，现在演的是郭麒麟。好，应时当令的节目，这就叫直播呀。郭麒麟，哎，说的真好呀。这句有点没羞没臊了，知道吗？没有自个儿夸自个儿的啊。哎，唱的那个太平歌词，哎呀，嘿，又有折又有韵，哎，还有板，哎，这就是没羞没臊啊。这一切都很好。哎呀，在旁边站的是他爸爸，这是我。哎，他爸爸也挺好，多新鲜呢。这要搁别的捧哏，我就骂他了。哎，你可得敢。
哎，这回换成他爸爸真好啊！哎，发自肺腑的赞扬。哎，老太太看了会儿累了，哎，回我也轻松了、啊，回家转安。哎呀，哎，一看呀，爷们儿不在家，小伙子出去疯去了 上隔壁王大爷屋里坐一会儿。哦，小伙子也换换口啊。进了屋，两个人看电视。哎呀，这几点的事儿这是啊？老头站起来上厕所，还不老头这里头、啊、哎，老王大爷呀，哦好嗨，还带解释的、啊、王大爷呀、啊、王大爷呀，到了厕所、啊、他尿了泡尿，嘿，他哈哈笑，为什么笑啊？尿到裤子上面了、哎、岁数太大了、啊、赶紧拖下来老太太给洗一洗。哎呀，这老头钻被窝睡了一觉，嗯，睡醒了，怎么样？完了，结尾。真好啊！哎呀，回来，回来，回来！那你走不行啊！好家伙，人非插壶我怎么办啊？这段真好，好不好？我没听过，没听过。给于谦花钱，咱们值了。当然了，太好了啊！观众也爱听，我也爱听。把刚才这个，你能不能再来一遍？来一遍，再来一遍，没问题。来，您放心啊。嗯，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啊。底下有提词器。哎，瞧见了。哎，西直门立交桥上，呼、哎，人呢、哎、太多了、啊。等会儿，不是那河北华侨老太太吗？哦、怎么改了西直门立交桥了？那时候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对了，为什么呀？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去你的吧！接下来请您欣赏京剧选段，表演者李云杰、陶云胜、郭麒麟、贾怀印、郭德纲，有请。腿短这是，哎，终于到我们了，这是喊的是什么？云杰师哥好帅是吧？啊，哎呀，谢谢您，谢谢您，这个男同志就不要起哄了啊啊！感谢您各位啊，那掌声当然了，掌声再热烈点会更好的，谢谢。哎，我们这个是京剧选段，这个时间紧的任务重，没别的，这个唱点耳熟能详的。为什么跟您说这么两句呢？等他们乐队做好了。一般的来说呢，我们这个说相声的呀，唱的这个京剧呀，学点皮毛。当然了，能给您唱好了，那是我们心里特别高兴的。那唱不好呢，责任在我，不在乐队。当然了，知识成就能给您唱这么一段啊，我看那可能大家不老喜欢的是吧？不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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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来一个，不来了，不来了。苏三起见啊！哎，下面掌声有请郭麒麟、陶云胜啊！哎，谢谢谢谢，这个给大家唱一段。你等我，我脱不脱？虽然这个时间很紧迫，但是我还是得跟大家说明啊，确实我最近因为这个感冒，嗓音条件不是特别好，一会儿一旦出现问题呢，就是我兄弟给我救场，好吧？好，老师，咱们开始。
我们唱一唱一段《未央宫》啊。
有请贾怀印老师给大家唱一段《白龙马》。谢谢大家啊，很紧张啊，我是德云社的书本演员啊。为什么书本演员？我是麒麟剧社的演员啊，我们封箱好几天了啊，对，没封好，我偷着大褂我上这来给大家唱戏来了啊，给大家唱一段潘思栋。阿弥陀佛，我以为你们走了呢啊！怎么走了？就在这儿了哈。没有家。后台演员已经睡了好几觉了。啊，谢谢吧。刚才这个贾怀印啊，唱的这个《盘丝洞》里边的《白龙马》，今天没少唱戏。前些日子在长安唱《六国风向》，唱《济公活佛》，好多人都去看，看完挺开心。也有人问我说：“这个这里边还有小曲儿，这是京剧吗？”啊，我说是啊，他说怎么小曲儿还能算京剧呢？我说你糊涂啊，京剧是什么？京剧是地方戏啊，啊，那二黄是哪儿来的？西皮哪儿来的？高波子哪儿来的？本身都是地方戏的东西，京剧里边很多小曲儿啊，啊，这个什么柳子签啦，什么云苏调啊，这都是从各处弄来的，攒在一块儿才叫京剧呢，啊，这挺好玩啊，而且来说大伙儿喜欢看，比什么都强。这个他们都唱完了，我也得唱两句。其实最近一直啊，感冒没好利索，啊，其实当间也好了，好了又来了，来来回回有了两三回。我现在是个专业感冒的人员啊。这个唱几句，这为什么把京剧清唱搁在这个时间呢？就是让你们醒一醒啊，醒一醒，因为还后边好多还有相声还是什么，好几位都等着呢啊。来吧，唱一段传统京剧《刘墉砸銮驾》。
界很酷。已经10:30了，马上就10:30了。从7:30开始，哎，我爱你。从7:30开始，现演到现在10:30，你看这都10:30了，3个小时的时间了。我相信有的朋友已经累了，啊，武汉也有空座了，有那么几个空座，估计是你先回家了。嗯，没关系。有的朋友说，你今天是第3次出台了，为什么？因为，哦，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就好挣钱，我第3次出现在舞台上，为什么？因为第一我颜值高，高，第二，我谁退票？谁要退票？退去呀！票房早下班了，退去呀！我看这一片还要退票，你们买票了吗？这一片。挺有意思，还退票，退不了啊，因为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想怎么样都行，就是不退票。你要觉得不过瘾，比如说，你可以包我，啊、觉得我可爱，我乖，你可以包我，包、啊，那就随便了，对不对？2块钱，你来，两毛，我看谁说2分，我看，谁说的2分。讨厌，不要不要不要瞎喊了啊，因为我红，因为我膨胀，最近确实很红。那个你看我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包括唱，我最喜欢唱。真的，我最喜欢唱。像我们后台其他的演员都不行，包括我师父郭德纲，唱的不行。真的唱什么都是戏味儿。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师父上夜总会，上那个KTV， 这样解释好很多，就是 KTV 去唱歌去。我师父点了一首歌叫 Super Star， 听过吗？啊，他是这么唱的：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这英文这是什么呀？这是他不认识，所以说他不会唱。我唱的最好的就是太平歌词，现在可以，各位可以去。这你笑什么？郁什么？真有意思。我唱的最好的就是太平歌词，您可以。你是电，你是光。你看，摆平了，你看，不敢言语啊，不敢说话了。岳云鹏，我觉得你的表演风格越来越便宜了啊！没必要说这个"便宜"这个词儿，就是而且在这个台上，是你是找不开零钱了啊！你刚才说什么来，让我听见了啊？就是不行啊！我怎么就不行了？你不要听那些女演员瞎说。我没提女演员的事儿，就说您唱的不行。哦，唱的呀？啊，那个。无所谓的事儿啊，因为这个人是不一样，术业有专攻，有的唱得好，有的唱得不好，这个很正常啊。啊，你说我唱什么唱得不好啊？就是太平歌词啊。你要死你啊！你要说芭蕾舞，我是来不了，太平歌词我还来不了吗？来不了啊！不是，打你还说河南方言那会儿我就开始教你啊，到现在怎么我不行了呢又？嗯，我现在也会河南方言啊。哦，你说了这些，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我唱得好啊，我想跟您唱一回。怎么了？就这意思啊？听不出来吗？真有意思，叱咤江湖多少年了，这都不懂。我也是岁数大了，我跟你说啊，咱俩合作一回。谁呀？咱俩。你要跟我唱太平歌词啊？哎，你说的真是人话啊。行吗？你还会唱啊？
会啊，因为这太平歌词是说相声说学逗唱里的唱，嗯，哎，我们必须得会这个。演员在台上，一个是要会太平歌词，一个是要会那些个开场的小唱，各种小曲儿，这都是我们必须要会的啊。嗯，这也是从小在我跟前长大的。那你要愿意唱，咱们就来几句吧。你别太多，咱俩人唱一西厢，好不好？西厢，好个屁！我不会。这个货呀，我告诉你吧，树叶过河全靠一股子浪劲儿，知道吗？这是个谚语，看见没有？歇后语，树叶过河全靠浪。你怎么能不会呢？这我是那个树叶吗？你是那个浪啊。可这个都说出来了，西厢是说相声要会的，嗯，群唱的小曲儿，整个用各种曲牌连起来，大约要唱全了一个半钟头啊。而且这个有，你也甭好，这太多了，而且这唱完天都快亮了，炸油条的都出来了啊。啊，可以掐一点大伙儿尝一尝。可是你要不会，我没关系啊，啊，我叫人呢，有人 啊，这也是个技能啊。哎，来人，上人，会唱西厢的上来一个，唱西厢有的是啊。哦，来了，老来来儿子，真正的德云一哥，我跟人家比不了啊，人家根正苗红啊。来来来，我认识这俩啊，我得给你们介绍一下。别客气，快来来来来来，那个这个矮，让他来这啊，给你来这个，快来，站这儿啊，这个更矮，哎，对，你都没个师哥的样啊。这个是我大儿子郭麒麟啊，这你们都知道啊。自从他减肥成功之后啊，我天天打开微博呀，一万多姑娘天天跟我说：“爸爸，您要注意身体啊。”也不是从哪儿拎的，这是啊。这个既是我徒弟，又是我的干儿子啊。想当年最小的时候，不点小孩，就是那个留一小辫儿啊，那个京剧神童陶阳，现在长大了，艺名叫陶云胜啊。嗯，你师哥呀说唱西厢他不会，他不会，他把你们俩叫出来，咱们唱几句让大伙儿尝一尝啊。好，咱们也不会啊，那咱们走吧，事儿不早，咱回家吃饭去吧。一台不要脸啊，什么话这个啊，你还把我爸放眼里头。行行行行，你这给说实在了，这点事啊。西厢啊是我就兴奋太大了。这西厢是群唱的小曲儿。嗯，什么叫群唱呢？德云社演这个好几百人搁了一块儿唱，因为这里边有主唱、单唱、拆唱、伴唱，什么都有。要光我们仨人也太单，这人也不够啊。那怎么办？你说你还我给您叫一帮人，叫几个伴唱的吧。伴唱的，哎，有没有伴唱？伴唱有没有黑鸭子？来，黑鸭子。什么跟什么似的都是啊。伴唱有没有伴唱的？来来来，何苏的，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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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二十人就够，多了不用。哎，闹腾了啊。哎，这个就尝一尝就好啊，这都是我徒弟们，都是啊，来快来快来，都站好了。对，行，那个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唱一点点西厢的小曲儿。那我呢？他们伴唱。哎哎，你看你找一个特别合适的位置好不好？好好，再见啊，再见。嗯，咱们这样吧，因为都唱全了一个半钟头，也犯不上啊，怕人也听腻了，就掐一点儿。别来架子曲了，就是那个梆子佛吧。好，一人一分梆子佛，我唱太平年，后边来几句云苏调，你们跟着一块合书就行了。梁晓坤带着板的吗？来，打板就唱，开始。来，小琴童不消停，手挡着灯笼走进了房中啊，相公啊，怎么样？功名就如山中哎，小琴童把话明，尊了声相公，您了人家听，明日啊。怎么样啊？明日就早登城，早为登城，早为登城，亲内通说话，前点聪明，那功名
好比浮萍的水，太平年呐、啊，美貌的娇妻火化兵，念太平啊，不该来结束就在普救寺中啊，来只在花园呐、啊，我们两个两相逢，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太平年呐、啊。说话之间，敲楼起了更啊，念太平。这是太平年，接下来云苏调，打起精神，咱们一块儿。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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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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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哎崔莺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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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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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都去吧，都去吧啊！岳云鹏呢？行，由于又是岳云鹏安排的，这段还不错啊，唱的不错啊，唱的不错。你学会了没有啊？为您点赞。哎呦，我学他没有用啊、哦，我又不挑班、啊。什么话、那个？怎么一点追求都没有啊？挑不了班，这挺好啊。那个咱俩唱一个太平歌词吧。好呀，好呀，好呀，好呀！我一定要满足岳云鹏的这个愿望啊！嗯嗯，因为今天是20年大庆的开幕式演出，这样。在唱太平歌词之前，我有个建议。您说，咱们两个唱个评剧怎么样？评剧，我不会。不会你乐什么呀？你这要死的样儿，你这演技比较尴尬吗？哦，我不会没关系。怎么了？我给您叫个人。嚯、哦，你有找人的能耐啊！当然了，唱评戏的。哎，还有唱评戏的啊？有没有会唱评戏的？有没有啊？完了，没人，就是你吧。呀哈！你用那个矮的，哎，何苦为难自己？哥呀，你上这儿来吧啊！这都认识哈，你潘大爷，我大爷，大爷，潘大爷啊，不带骂人的啊，没没没啊，那个您来了啊，嫂子来了吗？来了吗？来了啊，你四下撒嘛哈，闺女来了吗？来了吗？啊，来了，来了啊，来了来了，闺女叫潘阳啊，可好看了，一眨眼她都。当了妈了，是啊，没错，就这个玩意儿，你倒是不嫌老哥，真的，逆生长，我发育的还不错，那就好啊。有人在外边问我说那个，俩老炮台上聊这个，这，你让我们也嫩一回啊，对你让我们也，我们爱说点这个啊。那个潘哥，我们跟别人交情不一样，我们俩都唱过戏，对，都是同行啊，那会儿。潘阳小的时候，我最爱潘阳一句话就是：“闺女，我跟你爸爸谁个儿高啊？”“你个儿高。”孩子傻实惠啊，这童言无忌真是的啊！但是这么些年来，我这看着你，怎么比那会儿还矮了又啊？
有吗？你看他穿个内增高还这样，我还特意穿个平底布鞋。谁？咱俩把鞋脱了，看谁穿内增高。你别，你脱鞋我都看不见你了啊！那个岳云鹏说要唱评戏，他不会，咱俩唱一个吧。啊，这样啊，因为我跟德纲，以前都唱过评剧，对，都演过小花脸，对。那个月月呢，他可能听评剧听的还是少，他听的少，我会唱。他会唱啊，会唱吗？评剧来两句，来两句，来两句。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只可以啊，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许。你可以了，你够了，孩子，可以了，可以了，没日子唱了是怎么着？你唱的跟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我们说的是评戏，知道吗？我唱的是评戏，多新鲜啊！那我们俩聊天你也别闲着，你不是能找人吗？你去找俩拉弦的来、找俩拉弦的。哎，有没有拉弦的？哎，会拉的可有的是啊。不是，你说清楚。得出音儿才行。说清楚拉什么？哎，拉拉弦，拉弦，拉弦，拉弦都来，跟这边坐着啊。这边。这个其实我好些年不唱了，您有日子没唱戏？我有35年了，差不多没唱了。真的呀？嗯。要不咱俩走吧，真的。对，上来了多丢人呢！好几十年不唱了，就跟俩外行是一样的、对对，差不多啊。但是弦儿都来了，钱我都花了，也不可能再退咱们了啊。那个要把他人撵走，把弦儿留下。哎，对，还是你比我会过日子啊。那你唱几句？这样，我唱6句屠夫状元里的一小段、啊。完了你呢、再给大家我唱几句，别笑。因为这个，我跟大伙儿说一声啊，我们这唱戏啊，这个分关里和关外，没错，以山海关为界限，关里关外。我是典型的就是关里的唱法，他是关外。你听他那个音乐旋律啊，也很跳跃，很活跃，还有很多，比如说二人转的旋律，什么都有。他们唱的比较洋气一些，我唱的这就比较传统一些，这是我们俩不一样的地方啊，风格不一样。哎，您各位也都尝尝啊，那您先来吧。那我先来吧，好不好？我先来吧。你唱完，观众要是一翻脸，我好跑啊。你们好，跑。对对对，我好跑出去给你开门去啊！不是，先给我起个调，先给我起个调。唱什么调门啊？嗨 C 啊，行，可以，多嗨都给你给塞进去啊！多嗨都给你塞，行吗？我出哎，别着急，别着急，啊，好，再来。低不低啊？不低啊。不低，可以。不低啊，行。我出门3天有粮，有点低，我就有点低。哎，等会儿别拉，别拉了，你孩子，行了，低低点，咱们给他涨点，涨点，涨点，涨点啊！因为这个好涨吗？好涨，好涨，好涨，没问题啊。嗯，我出门3天有粮上，哎，挣3副猪大肠啊！头顶下水心肝肺哟，连帽带草两个筐哎，虽然老累我心欢畅啊，杀猪的赛过状元了。哎呦，跟刚才不一个调是吧？哎呦，没想到，真是，啊，都高了，高了，高了，玩我，没，这个，真是那句老话说的对哈、啊，这个驮老婆高升，真是，这跟驮老婆有什么关系啊？就真行，我没想到，我前些日子我们录那个《欢乐喜剧人》的时候，在后台我听他说啊，有点哑，一直没好，又拍戏干嘛的，调门不够，挺难受的。就是您喝出去了，哥啊，来喝出去了，我也别太高，我就喝点吧啊，我来来来，咱们我唱一个，唱一刘云达姆，我也唱什么就6句8句就够啊，来。你说比古今比古啊，有句古人说端详，昔日有过小寒星，九里山前活埋了娘，九里山前活埋了母
刘云能大木，我后来一定做皇上。我若登基做了爹，高升妈你就是啊正宫。兄弟，你真行，你这嗓门啊，这家伙赶上叫驴了都。你看我这是啊，特别亮。俩是一个叫驴，一个驮老婆啊。咱俩搭着一块上庙会上唱去吧，准挣钱啊。得嘞得嘞，谢谢谢谢。谢谢。您辛苦了，您辛苦了。谢谢你们。他们都走了，行，别客气了啊，咱找机会咱们来出全的好不好？行，可以啊，小月。哎，会了吗？我学他干什么？我啊，不是你不让我上来，不让你不学评剧吗？我不学。你不学让我上来干啥呀？哎，他就是玩你，嗯，没事。哎呀，我怎么样？仗着腿短，踢着不疼。